喂喂喂，有声音啊！白痴哦，等下 OBS 声音全部不见了。等下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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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等下。绿色。啊，谢谢咪咪，谢谢谢谢。是。我说，怎么会没声音？那我 Switch 资源没有。哈哈，哎，我少荧光没？不是，我要是我把它放哦，找地方放。安安，鹿突然叫出来，是不是很可怕？鹿，笑口在这个地方，如果真的把东西叫出来，哦，它叫不出来啊，只会有声音而已。我们有办法圈养一只吗？除非你命名。哎，秘密，然后放只蝙蝠之类的东西在旁边。可是要让它一直有声音，它没声音就会遁地走了。哎呀，没事。要吗？要试试吗？一直有声音的装置我可以做啦，就是让它像白痴来回走。打连闪、嗯。不用连闪吧？就让它自己踩压力板，有声音它就去找另外一个压力板。嗨，飞乌龟。嗯，你才废物！我要带打火石去你家，你完蛋了，把你家烧了！你要找那个板哦，剩两个啊，把它找齐啊！干，那个超难找的，我跟你讲，认真难找。你讲过了，我记得。嗯，走啊！我们今天这样子的话，我们四人小队，分散不同地方吗？我建议还是要一起在同一个地方，因为很有可能漏收那东西。漏收、啊，它真的不明显，它都因为上面都是叶子啊，我们空中看一定看不到。对，然后它裸露出来的部分又真的很少。那如果拿打火石烧呢？你也要等它烧完呢、啊。烧了。整片森林。那个有忘记哪一版之后，它森林蔓延的速度变很慢，不像以前。对。没有树，感觉好找很多。我们上一次是不是在某个方位有超级大片的针叶林，但一个都没有。我们那时候我不是有打第二个那个吗？那个古城坐标。嗯那个古城坐标附近就是找到模板的那个古迹。我今天可以射射，好爽哦！完了，我在延迟吗？一点点，哎、欸，那、啊、你抽了吗？这一次的，还没啊，我明晚上要跟其他人抽。哦，你这次感觉要大失血了耶？为什么？嗯，你没听说吗？你，哎、欸，你 MV 路西法有集运吗？急啦、啊，急了。听说什么？要同时开啊？嗯，没有啊，他好像之后会开那个路西法。路西法池啊，就是 MV 的路西法跟新年的路西法，我已经双集运了。啊，那双新年的你也集了？对啊，他不是有在哪里 PO？ 你不是普，你不是他有三种哎、欸。而且我如果真的要算的话，我第三集八十五运了。对，我记得你不是有一只差一点吗？三只就有了。所以你三种都集运了？是的。妈疯子。我老婆、欸，人家对啊，是我中老婆还是大老婆啊？哪一个、啊？我把阿里丢掉了，是假的。你把阿里丢掉了，可以了。阿里可以下去，太过分了，妈的！阿里今天晚上会去你家，拿着打火石，我其实打烧你家，拿打火石对，把你家烧了。我就让他变十位。好、出发 ，Let's go。可以。不知道，随便给你带路。啊。可能这样我去拿有点远哦。吃的。拿一点吃的。拿一点吃的。草莓林酥。哎，我就不说了。哎、欸，我真的玩这个游戏这么久，我这一次运气第一次耶。
什么意思？啊，我啊，你没看到我 po 的那个吗？他今天送一颗特玉，然后我一抽炼柱啊！我靠腰啊！你是说，我讲蛮快的。怪物胆珠，干！这应该是我运气最好的一次了耶！还是你觉得上次那一次运气是最好的？我觉得那次你也在，然后你说我是死赛狗。你每次都满足死赛狗。我没有，再拜托玩这个游戏他妈超常爆死的，然后每次都死赛狗。你死赛鬼。我拿了大火石训教，我越来越近了。每次都讲。你希望我真的做是不是？欸，他烧了，他烧了，他打了，他烧了，他烧了。是我们两个的家，你怎么可能？你们两个的、哦？你怎么好意思？可是他已经有另开一个家了，哎，圈养老婆用的家。对啊，圈养老婆，那是买给老婆住的。对，老婆还被绑项圈吊起，我被绑起来，我被绑起来。好可怕哦！因为忘不了我那个时候的高光时刻啊！我记得那时候你跟我说那个东西超难抽，然后在你旁边两抽就抽出来，我开心死！免费的经验值？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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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啊！谁把这个摆在这边？我刚。还没来的时候就有看到你们在玩那个牙齿、喔，没有啊，他在玩啊，他想要圈养一只。我跟他讲这个东西你要圈养一只，他地表叫不出来啊。可以从带到地狱门，然后走回来啊。我们有办法养一只吗？圈养。可是你还要把这边都变成那个丑丑的地，他才可以养在这边。不用吗？不用不用，他。他要首先要先命名嘛，然后再就是，不知道要不要命名啊，反正就是要放那个要有声音，让他一直吵，一直想要靠过去。对啊，就放个东西在那边跑来跑去就好了，这很简单啊。你听不懂在讲什么？等一下，我在靠中介。你在靠中介哦？你在帮他铺个洞哦？我还是听不到，等一下。哦。你不会把安德声音关小声哦，北七。快好了，快好了。关小压力吧。哎呦！来来来，我等一下演示一下，等一下真的要圈养要怎么圈养它。可是我不想干这种事情啊！套太近的话，如果这机制没用的话，啊，没有，而且我觉得他最近很常 OT 耶，我觉得真的有可能，你圈养绝对不要养到我家附近，我不想被 OT 突然被扁死。哇，他就已经犯规很多次了，每次那时候手指拉的好好，他就突然回头扁人。啊，说什么？有个北七给我断线。你说从你面前消失那个吗？对啊。哎、欸，怎样？这么过分？太失望了。哦、好像连到不会连，不会。我也先睡觉。我是来升级的。哦、嗯，好像要睡觉。野妹不会咬我。一二三四五六，哦，我的狐狸，好想继续养狐狸，我再多养一些狐狸。哎，橘狐哎，好了，我大概弄好了。如果要养的话，要这样子养，51颗，51颗，保护是要51颗绿宝石，还行啊，51而已。
之一。只是最近没人在换绿宝石。对啊，真的蛮缺的。想到就去换一下。没有，现在拉拉都是想到就把它压成钻。嗯？吗？对啊。对啊，压成钻啊，没有换了。换一下，换一下。箱子有很多，有两组哎，箱。之前更多，我知道啊。下面的箱子。瓦拉是怎样？嗯？没有，猜到打瓦拉。瓦拉。没办法，我们没有自动整理。你来拦着。直接哦！你来铁巨人这，猜咋？啊，龟龟拉拉也来。就这个，这个奇妙装置，装置，回来，也就是下面这边一个拉拉的平台，这边，这个，对，这个机制就是他踩到这个之后，那边翘起来嘛，然后那边有声音，他又走到这边来，他踩之后这边有声音，就往这边走。要养的话要这样子养，把他当白痴。但这样还会超吵的，妈的！那就这个其实要盖长一点啊，要再盖长一点。好，那他就养在离我家很远的地方。对吧？要让他这样子，但怎样？嗯，要怎么带过来？地狱，地狱门啊，老样子。对啊，你的好朋友地狱门。不知道他带的时候会死，会不会死？怎么会认真想养这个甩呀、啊？他超吵、嗯啊，只是想看能不能养。如果可以养的话，你看我们就可以弄一个 BOSS 动物园。你为什么放这个东西在我家、啊、？BOSS 级别动物园，它又不可爱，它很啊，它又不可爱。没有可爱，就只是给人家观赏用。那可以用养在你家，你家比较少人会去。好了，可以出发了。我也好了，准备好了都。嗯，中介火把也准备好了。中介什么？中介龙，中介龙是真的没办法养啦，那个没办法养。那他们不能养一起哦。有看到破坏时光一直往他那边射，中间龙应该是打不赢福州神。哎，干你老师！别想了，你是不会有的。不会有的东西就是不会有。你给我跳出来！干，又是腐肉废物！你说这东西不会分辨。15颗玉髓了。哇，15碎片。那个叫那个是几颗啊？远古遗骸除以四，对啊，你要多三颗，差一颗就16啊，16就可以做四个啊，一个一个都分配了、啊嗯，还是没掉哎，哎，不会就是不会，不要勉强他了。巴拉巴巴巴巴巴巴巴。好饿，是哎、欸，你没吃东西吗？一碗泡面，一碗泡面怎么够、啊？我的八个水桶被我 Q 出去了。哒哒哒哒哒哒哒。哎，今天是胡桃生日耶，拉拉。那要怎样？那要怎样？今天我姐生日哎，真的假的？对啊，我姐就是胡桃。知道吗？真的假的？哎呦，哎呦，可力蹦蹦！喂，来扁我！
类吧。好、哦。啊！哎、欸，他怎么上来的？谁、啊？我会帮你射他。白痴，我剩两格血，操！怎么差点死了？真是的，小心一点。看那个陈思他妈走上来，差点把我扁死了。我以为是拉拉在敲我。哎，我怎么可能？我都是空手打你的耶。怎么看血量？我在解任务。得得得得得得得！哎，好了，我准备好了，我也好了。拉拉，你会卡吗？有一点。嗯，看你一格。我就延迟啊，疯狂延迟。现在听到这个声音会有一点阴影。会吗？还、好，我觉得知道生不出来，我就一点都不怕。那天哪天很，那就挖出来了。有制约啊，爬给你看。谁说我爬不出来的、啊？他真的爬出来，我还比较不担心他打死我，不要带他打死我的东西啊！他把我狐狸打死，我一定。会哦，我一定当街气气死。然后再泡一碗，再泡一碗泡面哦。想到那个这么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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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看一下怎么面。好哦。哒哒哒哒哒哒。那我这边都有咯咯咯的声音啊。哎、欸，龟龟，你来那个阿静家。嗯，好，等我一下，我在急速前进。你想装那个去他们家哦？晚餐吃什么？麦当劳。哦，我不能吃的东西。可以吃我不能吃的东西。好想吃麦当劳。对呀，我还有，等一下，我还在解任务，还有仙草可以吃耶，晚点。哎、欸，繁星，你有玩过那个吗？没有。好吧。叔叔安安，再减肥不能吃麦当劳，哎，我是因为怕长痘痘，所以不吃麦当劳。会啊，可以吃沙麦当劳的沙拉。哎、欸，这个不用说明，我觉得看起来很可怕、欸。啊？他说，先打开面，打开之后将热水加到内侧线，然后再微波4分30秒，已经是热水了、欸。热水微波4分30秒是要变滚水吗？对啊，热水不是那个热水不会到100度啊。他是不是写错了？是不是热水的热水就是热水不会到100度啊？那、可他微波4分30秒感觉有点太久了耶。正常加热，我有点害怕。2分钟，我到他的速度看。我觉得那会太热，你怎么吃啊？而且那面会烂掉吧？就像拉拉说的一样，可是面会爆炸。你知道
你应该不可能不知道微波炉的原理吧？你一定知道的啊！那你想想看，它4分30秒、欸，哎，那面肯定烂了吧？哎，他走了，他走了，他去微波了。完了，他完蛋了，他烂掉了，他的面要烂掉了，他人也要烂掉了。不、哦。完了、啊哎，你回来了。我刚才说你，我刚才说你应该知道微波的原理，你怎么可能不知道？然后我说，在这个原理之下，微波四分多钟，你怎么觉得那东西不会烂掉？我就试试看，他都这么写了，敢告他妈的烂东西！哇，这碳，对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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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而且尤其它又是泡面的那种面，它比一般的面的那个还要。相信它的黑科技，虽然它是韩国的面，还要它应该比一般的面体还要不结实，播这么久。日本黑科技，科技，日本的黑科技。日本的黑科技，好了，我准备好了。嗯？你要挖什么？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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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嗯，加了热水还回波了。四分钟了吗？好期待哦。600瓦，3分30秒就好。我还是觉得太久了，但我很期待它会变怎么样。往哪个方向？你挑啊！不是，你要边飞边吃哦。哦，你也飞太远了吧？把这个砍你就烧起来。我有水。嗯。我会怕吗？走啊！走啊！看一下我们的方位在哪，等我的面出来一下。你要扛着微波炉飞。哦，我们那时候找的是负负。但是你现在是200%了。我200%。好声音哦。谁们？们。那就是听我的台啊，把菜渣那边声音关掉啊。耶、yeah, 啊！听我这边的声音，把你那边声音关掉啊。也可以，反正是差不多的。啊，拉拉要走吗？嗯 ，OK。往吃凤梨，不要负负就对了。最近我都没，真的没。嗯。8月15日是几号？什么？8月15是礼拜二。8月15是几号？是15号啊。你很会问问题哦。你得干。礼拜二，我要诚实回答你也被。我要搬家了。这么快？哇，你要搬去哪？搬到附近而已。是我麦克风太远啊！啊。可是我听你很大声呢、欸。我也觉得我很大啊。你要搬到蛋黄区了吗？开始。大家有觉得谁的声音比例不那个吗？有比例，再跟我说。走啊，王，不要负负就对了啊！不要负负就对了。对啊。啊，我们那时候是往负负找，然后找到了。对啊，不要往甘蔗塔飞就好。嗯然后我们那天是往阿进家那边那个地方飞，但是也没找到，所以我们可以试着往这边这个方向吗？这里，对啊，对，哎，你飞了，哦，飞下来，我面飞了，好走，好先等他面，等他面，等他面，我想等他面，哇他妹，你想知道我面会变怎样吗？我很好奇耶，真的需要微波那么久吗？然后韩国的面体比较硬，我知道，但是
是，但我觉得你应该秉持着实验精神，就给他。你刚才用滚水煮是三分钟就好了，你为什么要用微波炉煮十分钟？它上面写的，他说先加入热水，之后再丢进微波炉里。嗯，特别。我觉得你要秉持着实验精神了，你就应该直接超滚超烫。你拿手机去拍，对啊，你就应该直接用照他的用那个超热的水，然后再给他微波四分半。好了好了，我看一下。你说他的声音特别小，没，是他需要受到刺激，声音才会大起来。然后，微波炉都是蒸汽。我们一人射一发，看他射死谁，谁就输了，是不是？他应该死不了，在这里太难死了。没有哦，没有哦，没有哦。真假？真的。他回血速度很快，哎。没有哦。不然你拉满公射，我看看。你是觉得他蛮危险的？两格哎，我穿御水耶。哦，两件五格哎。你那个烽火台要改成抗星二才比较扛、啊，你会听到他装备先爆掉才死掉。哦，确实。会捡精华吗？捡什么精华？哪一段？你是说八月十五是几号吗？我可以考虑捡捡看。是和他扎的，那来吧，看是他先死还是装备先爆，肯定是他先死啊。好了，他大受刺激的地方，就是装备喷到中介或者是。被复仇者打死，精神就会来了。哎、欸，嘿、欸，啊，我回来了。你好，嗨。我跟你讲，好危险，很危险。有在滚动吗？没有，但是我一打开的时候，里面都是蒸汽，然后外盒通吗？外盒变得很烫。哎呦，就说啊，就有一点点烫到。但是我来看吃一口看看好不好吃，好难吃哦、喔，面变得超级软欸。对没？我就说啊，一定的、啊，面肯定烂掉啦，都没口感啦，毫无口感可言啦、啊、泡面没有口感就是什么？就酸呀、啊。面是烂的。对啊。这到底在写什么？应该不是我日文问题啊。热汤。到内侧的线加入，接着电子微波，对啊，然后再把热汤舍去。还是他们就喜欢吃这种烂烂的，搞不好是这样子，牙口不好。靠腰看错了，哇！但你没有看错啊，那个我觉得那影响不是很大。加热之后再把，我说加热之后的汤不用舍去，那我刚把汤倒掉了。这没影响，嗯，但有点太辣，对吧？我就说啊，肯定，可是没有很好喝的，走吧，出发，好啊，走啊，说不定马上来，等下就得卖掉了，等一下，不然等下夜妹妈的好烦。好了，我快出发了。我们要睡哦。好，那还不如直接睡到白天，走吧，睡到白天。怎么想都觉得那个面会烂掉。这叫 Blue Duck 炒面，以他妹妹。Blue Duck 啊？嗯。Blue Duck。蓝色足球炒面哦 ，Blue Duck。好了，准备好了，走，出发！一二三 ，Go！ 哪里？然后就这里啊。对吗？有四只蟑螂在天上飞。这个方向是什么？附赠啊？南瓜。今天的视野距离是不是比较远啊？我都觉得很远啊。我今天都可以看到
清楚的看到你玩家吗？对不对？对啊，玩家距离，玩家距离我调远了。对哦，怪物嘞，蟑螂。今天的目的就是找到那个古迹。完了，快点来哦，来我们这座超小的蘑菇岛。我就想说奇怪，拉拉怎么飞飞不见了？我想拉拉呢？我超卡哎、欸！这个是超小蘑菇岛。迷你蘑菇岛，迷你蘑菇岛。我有死吗？没有，你离线而已。但是你应该，你应该只是醉在海上而已啊，不会怎样。对，但你再泡久一点就不一定了。那你如果挂在这个地方，我们应该捡不回你的东西。请。也不是叫你开 F 三哈，喂，怎么了？没有，完了，出事了，出事啊 ！Barbecue，Barbecue， 你们往哪里飞啊？我在正正，我们给你坐标，我们现在正正，七的位置，七百五六百。就是斜着飞，七百五六百，然后这边有一个很小的蘑菇岛，旁边还有甘蔗。这个卷尸土要丝绸才挖起来，不是吗？对啊，有啊，我家里那个，你有看到一个大的蘑菇，就是用卷尸土的，身上还有烟火。你没有吗？我带啊，我多带。我有。你多少？不够，三上皆符合，还有吧。你没了，你没了，你被拿光了啦，白痴哦、喔，他拿光了啦，我没有拿、啊，你放出来，你放出来，放出来，你看不见了，你妈都给人家操烦，我靠，那不是我拿的，是繁星拿的，哦，你说他妈都给人家操烦，谁拿的，谁妈就给人家操烦，嗯，不见不是坏事，等一下，你把盒子摆回去，我现在拿。对吧？你好恶心。回得来吗？怎么这么卡？哦，你在哪里？我应该在平地啊，只是我会延迟。Where are you？ 你视野距离，也没有关系哈。还是因为我们在跑图，它卡，不可能、啊，这边都探过了、啊。我觉得视野距离好像有差、欸，有差，一定有差。上次调小，已经只会变小。但对它调小，但是它还是会读图，所以它不能变太快。那应该是硬体的关系了。啊！妈，谁射谁？他谁妈给人操翻？妈就是你反数之剑。哈哈，这不是我，我们不会有东西。那快先找啊！好啊，我们先找。啊！可是你不是啊？我们要确保你安全啊！我没有，我们现在是怕你死在路上。对啊，不会啦，真的、喔、会啦。等你啊！我们在这个蘑菇菌丝土岛。但是我重开电脑试试看。但我突然好想要吃菌菇牛肉堡安格斯。嗯。日本的麦当劳有比较好吃吗？味道比较重嘛、不都是看地区的。你要说的话，我还是喜欢台湾。这边不会找蘑菇牛了啊、蘑菇牛不是不会自动生出来啊。我也想带回家。对了，我们没有蘑菇牛。对啊，那个要签呢、啊。我们也没有养养猫塔。那是你盖啊。好盖。今天的目的就这两个了。好。先找最难的。你不是蓝龙园吗？嗯，你不弄蓝龙园了吗？蓝龙园，没有，那只是拿赌盘用的。如果你动物都要签的话，你还没签到山羊呢。山羊更简单啊，那个雪山已经都弄好了啊。对啊，真的哎、欸。台湾，很像台湾吗？我比较想要兔子屋、欸，有一点兔子窝，兔子屋，你要干嘛？很可爱啊！啊，猥亵你的兔子，你知道，所以换我了，换我了。
啊，你有没有带这个啊？啊，我忘记带这个了。不对，我的丢，我的，我上次不是把这个丢给你有多的？我有多啊，我肯定有多啊。打我干嘛？又贱。嗯，啊，我上次的那个刷子不是丢给你了？你没带身上？他就是垃圾就丢掉了。我放回去考古箱了。这东西要怎么做？那个铜加铁，还有鸡毛。铜加铁羽毛、我们那天考到一个将近完整的那个刷子被刷完。哇！所以我们就原地直接去杀鸡，杀那个杀鸡用铜有刀，还猥亵你吗？射他。打到还脏惨，我的剑，靠，怎么了？有点难解释，有点难解释，对，有点难解释，可以吗？哎、欸，有哎、欸，你四格了，耶，你四格了，可能以后玩麦，我今天玩太久了。耶、！哦，那你跟我之前电脑很像哎、欸。他被操，开台前都要重开机。他被人操翻了，真的。我之前开台都要重开机耶、欸。操太久了，真的。你的电脑给人操翻，真的给我弟操翻了。往哎、欸，我们现在的方向是双正啊，往那边，往那边吧。拉拉嘞，等他来这个小岛。喂。还没找到兔子、你要找兔子那个吗？干嘛？这个地板有粒子特效哎、欸，对啊，好烂哦、喔，会冒东西起来，它会有包子。我这么烂，还有什么光影好玩的吗？然后换个光影看看。高性能光影之类的，有推荐的我可以再来看看。虽然上次大家不忙都看过。SEUSPT 居然，哦，原来是被自己的剑插中，厉害了，你插得到自己？怎么这么卡？以前都不会这样呢。哎、欸，龟龟。你身上有没有很多杂物？你射出去的瞬间把身上填满、哦。我知道，我没办法。为什么你没办法？你们我没有那种，我没有叠加的那个烟火啊。你射出去瞬间打开包包，左键按着绕包包一圈。那你就现在赶快，你现在我要拿多一点烟火出来。你剩几个？可以叠加的，我剩20几个，20几个够吗？够啦，身上包包也才30几个。够了，够了，够了。好，打开。三年没有更新了，这个光影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下趴。不需要吗？他一直跟着我飞。哈哈、啊、那时候有一个拿那个忠诚的城市，就是狂丢我回去的时候，他身边围绕了7、8个。哈哈哈哈哈。嗯，快吐了。嗯，丢不到自己，为什么？嗯，菜渣不是有丢过吗？还是没有？有吗？爸妈、有啊，对，我成功了。啊、哦，的光影也不错哎，哎呀，这个光影有渐层哎，可以看一台。哇、哦，好漂亮啊！这样比上一个漂亮，上一个有渐层吗？上一个也有渐层，不同的感觉。完了，那夜晚就变得好黄。
你是因为我手拿这个？哎、欸，那边有那个，我去挖。因为我手拿蜡烛，火把。等一下，没牛奶，挖掘减速。老山羊。完了，拉拉是不是嘎了呀？真的是嘎了哎、欸！完了，连不进去，不是是连完还是会那个延迟。哎、欸，龟龟，你有开 YT 吗？没有，我今天没开。拿到合作的资格就不开了，是不是？没有啊，我之后再找个时间好好的开啊，因为我可能要开耐久的。想说好好的规划一下，好暗哦。好好的规划出一些东西再来开。Sunlight intense block, torchlight intense. 偷偷的开大一点，让火把变超亮。好小，那耐久不如加班。乌兰，阿甘，乌兰，被他天空上面呢？你在上面？没有，我这是星空。我很模糊，我其他东西都看不到。哇，你又断了。我觉得我会撞死、欸。我视角是这样的耶。你应该是往下一直狂坠了吧？欸、没有、欸，在星空中、欸。等一下，你已经1102543了，我过去看一下。不用了，我应该没事啊。零二五，那边都是水啊。不是，你现在看什么都，你现在什么都看不到啊？好笑吗？就先登出啊。零二五。八。死了！怎么这么卡？哎、欸，长出蘑菇嘞！哎、欸，长出蘑菇嘞！我放的，因为我刚刚看海上怎么会飘一个蘑菇？哎、欸，对你安全，你安全，那边是水。可是你们先找吧。好、啊。太浪费时间。我回来了。不然就我们先到那个地形啦、啊，然后我们再给它坐标，它飞过来。长出蘑菇了，对不起。好吧，那里有个沉船吗？哪里？那里没有啊，那是壕沟吗？走，走啊！好，走。往哪里？看起来是沉船诶、欸，那里好像是木头。这里，一望无际。对啊，就那边再飞一下就有丛林。你那时候就死在这边啊？哪里？对啊，下面的丛林啊。下面有丛林哦，飞太高了。你们在哪？他飞很高哎、欸，我在后面。白痴哦，那我丛林等你们。等我啊？你们在哪？连我都看不到他了，他不见了。我飞太快了。我看到他了。这光影太暗了，晚上的时候我看不到你们。啊，刚从你前面飞过去。你们在哪里？看到了。你在哪？不是你飞那么高，你怎么看地形？我们是要找地上的东西耶。我说你们说停，我就停了、啊。而且我刚刚的光影没办法，晚上的时候视野太差。好。我们在1141/1336，哪有141？这里。哎、欸，这里有丛林呢、欸。不好，在这啊，1441/1333。最前面就丛林啊。也是有的。对啊，丛林会有，可以找，丛林可以找。嗯。哎、欸，我到了，到了。看到繁星了。啊，这边就是你上次死的地方啊。好，找。这边有那个啊，远古，不远古啊，有那个。遗迹之前那个遗迹模板在这边找的，走啊，再去找啊。这是丛林吗？嗯，丛林有机会有。
然后我建议找这个真的是用走的。对，反正你会看到很像砾石啊，陶土啊，主要是看到陶土。哎，你这色，你他妈的！哎，石虎哎，石虎，豹哦。为什么有蜘蛛在环宿的？有一只在环宿吗？我被骗了，可可豆。哎，对耶，困难模式嘞。对啊，很痛哎，怪会痛哎。怎么有反过来的熊猫？要装可爱？该不会是上次那一只吧？倒地熊。白色的鸡。哎，那什么？啊？为什么苦力怕自己炸了？哦，是你啊。啊？为什么在你后面啊？第二只苦力怕。又爆了。小鸟养它。啊，这没有带回家哎。谁小鸟养？哦，原来其实现在小鸡走路有声音，是不是？哎，这里是菜头的那个呢，菜头的椅子，菜头的棺材，菜头椅子。对啊，我就说这边他死过啊。菜头椅子。这个遗迹是我们去过了，会不会生了这个东西就不会生了另外一个东西？不知道，我觉得应该没有这种限制吧。吗？会有这种限制吗？生成限制？不知道。旁边还有白桦木，白桦木也会生。对，阿金不在，可以一直抽他。Yeah， 阿金不在，怎么可以抽人家呢？他突然开个麦，不要以为我们在看台哦，这样子。哎，好像也不错哎。毕竟他穿装过来扁我是怎样？不要穿装过来扁我。然后它应该会在比较平坦的地方长出来那个古迹，所以那种比较高的山坡或什么你就不用看了。哎，不好，不确定哎，它搞不好又凸出来给你，有没有长一长在外面？可是它那个，因为它要往下一段那个啊，所以它的地形，而且怎么说？不是你也是会看到一些很奇妙的空岛啊。也是哦，好。对啊。确实啦，上次都看到那个深海的那个神之塔神在路上了。我是不是应该随身带床？我男性会这样带啊，我都这么干啊。所以你知道为什么都不该加热？四海为家啊，没错。我泥土人，你是蒙古人？哎，对，游牧民族的。是匈奴啊，忘记了哪一个？世纪帝国哪一个？匈奴还是蒙古？你说一开始就有那个嘛？匈奴啊，对啊，可以直接20人口吗？还是什么？这里怎么有岩浆倒下来，然后烧了这边的树啊？啊，可能是刚好你那边堵土道，对啊。不要，白痴，走开，滚！旁边还刚好是水，哇！这个人在抽插这张地图哎、欸，他很可怜的，你不要这样，你好变态，好惨哦！可是他刚刚还跟我玩别的游戏啊，都还好好的，突然就这样，我好像只有麦块会这样。Oh no！ 哦，还是接 Surfshark VPN， Surfshark VPN， 看怎么找到上次的那个遗迹了，尼玛！哎，有大红色蘑菇哎、欸，哦，这边不会有了，大红色蘑菇就不会有了。这是黑橡木林、所以不会生在这里。没错。什么？我逛了一整片大红色蘑菇哎、欸，你。啊，要找针叶林，就看着比较像圣诞树的。对，主要是针叶林啊，橡木它是说有什么原生桦木林才有。对，
但我已经迷路了，整片都是。那你在哪？我们觉得没有哎、欸，这个丛林没有。我也觉得是没有。这丛林可能就是会生梦幻，宝可梦的。阿菜在你在哪？在，我在300多，一七多。哇，我们走到300多哎、欸！我1400哎、欸，300多，然后回1400去。欸摸一摸300多，我回1500。对，我看到红色大蘑菇了，看到你说的红色大蘑菇了。我也觉得这一块丛林看起来不会有，看起来感觉了。1500，居然是海上。对啊，你怎么会在1500？对，我看到有人在飞，那谁？那是我吧？在飘了吗？在飞，还在飞，是菜头。你们在哪？1500。哎、欸，他找到一个雪地的孙介林了。在哪？在1300、1800、1800、1400、1800好了。哎、欸，没有这个超小，这一块超小，这一块小到小到吐奶。不是，我要去啊！我跟你们闹蛋、欸。啊，因为可是他又乱飞了，他又乱飞了。哦。找个地方等他吧，我们找个什么地方等他？这里140、1400、1743。真夜灵吗？我、哦、找到了。嗯。再来嘞，往哪里？就乱找啊。方正。可以啊。方阵是哪一个方向？这里。哇！去我的扣血，我不敢上了。Oh no！ 扣血，那我觉得你泡水了。哎呦，动不了，我放弃了。不，怎么办？我是不是已经重开过了？我不知道，我觉得在我上线之前，可能真的是他那边的问题，感觉应该连 VPN 呢。耶、yeah, ，有蜂巢哎、欸、！VPN 这里这个地形没用啊。二下 VPN， 差不多可以开瑟瑟了。这是我们的那个女巫的那个。哎，这边有针叶林哦，这是针叶林。哪一个？这里啊，这里这一块都是针叶林啊。我下这里可以找。那好喂，可以找喽。我觉得这里也许有机会哦。他们。阿笨，有农村。陈叶林。牛欸，武器匠新手。你怎么在啊？你怎么在逛？不是要找吗？躲在村庄，稍微晃一下。他们村庄很大欸，说不定有 nice 的村民可以跟他握个手。哦、我等下把他剁了。然后他说新手怎么会有 nice 的？和平友善包容。你说鲍鱼鹿茸哦？包容你在想什么？我搞不好今天可以射射啊！我今天已经确定可以啦，而且我今天抽到练柱啦，晚点就跟练柱射射啊。我角色，猪，小猪跟大猪，小猪原来有野生的，有啊，小猪都有。我以为阿健小时候不乱跑。
完蛋了。他订好机票，带着打火石。好大片。他的村民是绿宝石换铁斧，怎么了？黑羊，羊要用羊毛机的话，是不是要复制还是用染色的？嗯，先染色啊，反正就是你在剪掉它的毛之前，或杀掉它之前，可以先染它的，染了之后才会决定是什么。雪山，就跟基因啊，他们基因也是啊，是不是说雪地针叶林也有？对，只要是针叶林都有。杉木就是针叶林。嗯，对，杉木林，杉木你把那个木头，对对对，嗯，就圣诞树啊。狐狸好可爱。哎，臭石头骗我。还好我今天都还没被南瓜骗到，我等下去挖历史挖南瓜来骗。狐狸一直跑的话要用什么东西？莓果，你要蹲下用莓果吧？我也没算身上。没有没有没有，你蹲下莓果也没有，它不会靠近，狐狸会陌生。它要怎么样？你只能用拴绳拴住它，然后两只喂了之后把小孩牵走。哦，你这个烂人，过分了。对啊，南瓜操。嗯，哎，龟龟，你有逛到村庄吗？没有，我这边逛到一个快接近村庄的。山上不会有啊？不确定哎、欸，不确定。嗯，刚来过了、欸，我试一下。我其实之前一直都有朋友找我去那个成人展，一个女生找，她说她有多得票，而且她在里面摆摊，问我说她有多得票要不要去，我说我不要。Why not? Why not?、Why not? 好懒得出门哦、喔。这样人生会少了很多乐趣。嗯，不会啊。哦哦。哎，我看到龟龟了啊。嗯？你再直直往上走就村庄了。我要把这里的狼全剁了。武器还要十？嗯，哦，村庄哎，嗯，哦，所以你刚刚在这一块找是不是？对啊，白猫哎，也不是圣人，就去那边，我也不知道不敢要干嘛。去那边不是重点，重点是结束后的 PT 吗？结束的行程，不是那边我就只认识他一个，我过去也不知道干嘛，又不是像 CWT 可以约什么见面啊，跟粉丝见面什么的。好像真的没有哎、欸，我也绕了好久。对啊，僵尸倒是看到了啦。我这边过去就不是针叶林，好难找哦，狐狸耶，好多狐狸耶，
不要被我看你们雕兔肉、哦。金门最近开了麦当劳，然后嘞，太热又太远，懒得去。哎，真的哎、欸，怎么烧起来了？哦，那边我看过，那边有一块在烧，那边我去过。我也在这边呢、欸，我在雪山针叶里。哎、欸，我在平原呢、欸嗯，我也在平原的。还是你给我们坐标，我们去找你啊。我在雪山针叶里很久了，但都没看到。哦。有个那只枯弓，这里的狼把那娃他们克了。30173，好远哦。嗯，对。怎么他妈会有巫婆？30713580，哇，雪地应该是更好找、喔。有那颜色，他说他看久了头眼睛会痛，是蛮痛的。都是白白一片。358。他们跑这么远，哎，还会继续烧吗？嗯，我来的时候就已经在烧了。这个不会啊，会烧到光啊。你说那颗原木吗？它原本是一片土。刚来的时候还是大火，现在已经剩下一些些了。开凿，开凿。那你用飞的凿？我是专业的视力检查员员。屁啦！凡是我经过的一片，都不会有漏掉的。你怎么想，阿龟？我是觉得，也许我们已经漏掉了，他已经漏掉两个了。对，你们先玩好了，我应该上不了了，拜拜。好，要不他说的是我们，不是我。那他要去哪？嗯，不知道哎、欸，他说他自己去玩。怎么一直有紫色的东西晃过去？是你啊 ，motherfucker！ 哎、欸，等一下，你等一下，好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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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嗯，我还没有看到你的眼睛 啊， 啊，我只有看到你的脸而已。F3 开好啊 ！F3 开好，对吧？你死掉，我们才能帮你写东西。我没有办法只开一个小 F3 是坐标吗？我不知道为什么你那个画面特别大哎、欸，你是占全屏哎、欸、，Iris 吧？没有办法开一个小的吗？应该有模组可以办到之类的，小地图模组啊。小地图模组，对啊，因为你右上角小地图就可以跟你讲说你的 X Y 力在哪里。那样不是原位生成会不会被骂？嗯，还好，因为没有全一幕玩的关系、哎。我也没全一幕啊，我视窗哎、欸。我也视窗，全一幕我会晕到吐。
店面大小、喔，对我店面大小是2，你看你多少？店面大小，选项显示设定。我是这样啊。哦，懂了。有吗？好很多了吗？好蛮多的。但右下角好烦。哦，整个东西都会变很小、欸。但那个下雪很烦呢、欸。什么雪？对啊，原来我离开了雪地，我忘了。没啊，你那边还是针叶林就可以啊，是吧？是。哇，雪兔哎、欸！请把身边的狐狸都杀了，谢谢。我是不会做这件事的。我来，你的雪兔在哪？我要照顾它。为什么这只狼的头是歪的、欸我这里也不是雪地岭了耶，这里也是普通，那我回雪地岭。狼的头是歪是正常吗？嗯，但是两只都是头歪的，它就是挂号歪头啊。你手上是不是有拿肉？哎、欸，真的有哎，有什么？有拿肉？真的，拿肉的时候它头就会歪。哦、小笨逼，哪一家狗嘴？要卖萌啊，你才会给它肉吃啊。啊！谁知道你就挥他一下，然后就咬你，然后就打他。这个狼我就会把他全部扁死。美国会不会把人刺死？嗯，会。你给他刺得够多下就会啊。哎，奈博，真的只能靠晒澡，还是真的有科学根据？我是觉得真的是靠晒澡了，它的生成率真的不高啊。哇，就最难的不是极境了，极境还有高山可以寻。真的，极境就是找到一个下去封印区，这个是要找到它都难。哎，所以那天晚上我才说，哇靠，你真的是很好运欸，什么都是你那边找到的。哎、欸，你娘的，等一下，是吗？是吗？那是太多次了。我、哦、操你妈，还能炸？你都能炸，来啊，你再炸啊！看到一个不合理的地形，这是什么？嗯。你看，你要看一下我的画面嘛？虽然可能不是，但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。哎、欸，这是狐狸不怕我？我秒看，我秒看。哦，这边是应该算是原生针叶林吧？这边很久了。我说是这个石头。哦，这个也是，你就想它是那种大石头，上面长青苔。你这样想象，不重要。你可以对你不重要，你可以带那个伊布来这边进化成夜伊布。对呀。哎、欸，这是不是我喂过还是生出来的？他不怕我哎、欸，在外面养草，他搞不好刚睡醒，因为他就完全不怕我，而且好可爱啊！干，好想给他命名牌哦，操！嗯，没办法，你取名字，对不起。哎、欸，其实雪地好像有点危险哎、欸，它上面会一层雪、欸。哦，掉个秘密牌好，算了，不掉了，你就在这边吧，不理你了。再找，我们再找什么？找古鸡，古鸡。干你鸟狼，还敢咬我的狐狸，吓晒啦！
5G，5G机，我要把这些狼全杀了。嗯，你们全部都去死吧！把你们全嘎了。哎、欸，怪人，古迹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？还是就靠晒啊？我又被南瓜骗了。嗯。阴森的丛林。嗯、哦。哎、欸，真喜安安。我新增的丛林遗迹找。你们是要找那个古迹遗址、哦、埋在地下的那个？对啊。是有历史跟陶土块的那个雪狐哎、欸，嗯，他把小鸡咬挂了。看到陶土，我们就是连陶土都找不到。嗯，啊，雪兔哎、欸。哇，他在挖雪、欸！嗯，冰屋哎、欸，冰屋啥都没有。冰屋不是有那个吗？那个？嗯、你是说下面会 会有村民那些吗？对啊，有啊。你也可以不复活啊、嗯，去偷金苹果就好了。嘿嘿。哇！真的没配包吗？白色橡木林有吗？对，但是它原生的。他所谓原生，我也白色橡木，白橡木林。妈、嗯、的，又是南瓜。我在想，原生意思是不是那种会长特别高壮的那个像那个白桦木林？哎、欸，没有、欸，哎，是混合林。又是南瓜。妈的，还敢出现在我面前？你是狼啊？是啥？南瓜们？啊！我已经剁了一堆狼了，我把这些狼全剁了。咬暴力？没错。哎、欸，他们会咬狐狸啊，没办法。你找到了吗？睡？没有吧？我不知道哎、欸，白痴了，应该不是啊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我挖挖看，嗯、没有看到历史而已啦，没看到陶土。没有没有没有，只是海边的历史。哎、你说丛林会有吗？丛林也会有啊。丛林就是很高很高的。嗯，对，就是会有藤蔓，藤蔓掉下来的那一种。有藤蔓，有竹子、欸。我找到了，我找到了！哇，哪里哪里？不动，可是它为什么泡在水里面啊？你们要来，我不动，你们走啊，来走啊，走啊。33074181，我打出来。3307。可是我确定这个是啊，因为我看到有可疑的方，可是它泡在水里面呢、欸。481。3307。看，两次都是我找到的、欸，繁星。307411。哎，不好办哦、还得是你耶，真的。可是这个会有点不好考哦，因为它在水底下。嗯，但是。我会确定它是因为我一来我去检查的时候就发现上面有个鹅芒鹅屎，我就确定了。哇，好棒，运气真好，来赌个色色先，今天运气贼鸡巴好，价个10万好了。我真是他妈的牛逼！哇靠，太扯了吧！哎、欸，如果我跟你讲。这样从远远看也看得到、欸，太扯了吧？对啊，干我刚刚就想说，我就一路剁，欸、我两次都不是为了找这个东西才发现的，一次是被地狱门，我刚在剁狼，你看那边后面是雪，
我就一路斗狼斗过来，说前面这边没有那个了。那个，哎呦，看到你，看到你，你们看到这个，这个很奇怪的方块，哎，菜刀右转，右转，右转，右边，右边，往海边，往，对对对对对，你看这个、哦、很奇怪的东西，有找这个，好，扫它，开始扫，哦，然后这个右键，爆拍了，我爆拍了，对不起，你要跟他讲这个，等一下要小心，就是。你要先把确定把上面的方块都清完之后，才可以扫下面、挖下面的，因为它掉下来会摔碎，它坠落下去会坏掉。对，然后这个你尽量不要用铲太高效率的铲子去铲，对对对，因为很容易把铲断。就是从上往下，不要从下往上。对你从下往上，它可能会把上面的那个如果有的话会摔坏，对，会停到偏啊。这边先填。填水要不要先把水填掉？我想先把水填掉。啊、你等一下再挖，我们先弄施工一下。这边怎么施工？那、啊、就是先把水先抽光、啊。要有方块，把水对啊，要有方块啊。没有海绵，我没有带海绵。我要回家拿、欸。不然围起来带海就有海绵的话围起来海绵就应该不用回家，回家感觉我们也填好，只是要方块。那我去挖一点土。哇，既然是在这种地方找到，我是真的没想到啊！哎，下次有经验了，他真的很屌、哦。那天他也是，哎、欸，找到了，我想說还以为他在，他想骗人。哎、欸，拉回来了，碎啦！对啦，我们的清洁工。干，我就两次都不是为了，我就两次都不是为了找这个东西、欸。你等一下再挖，你等一下再挖，你等一下，这样水会流进去，这样会变无限水源。我们那个时候找也是啊，很好笑。我也是被地狱门骗过去，然后想说看一下好了。等一下要把的历史以上的，他更多，他有染料跟蜡烛，你要知道了。对吧、啊？他有很多有趣的小垃圾啦。对吧、啊欸？我们那天是。拿到什么？你还记得吗？工匠向导，对，工匠跟向导，对对对。哎、欸、嘿嘿啊！人家做的好拟真哦，东西在冰上丢出去会滑出去，对吧？以前就会啦，不错不错。哎、欸，我们排的差不多了，来吧。它是正方形啊？没有，它其实是一个很长，它下去会一直延伸，它下面会一个。对对对。我跟你讲，它这个地形做的，我真的觉得很屌，很漂亮，蛮好看的。嗯，真的蛮好看的。白痴，我没铲子。建议不要用铲子啊。不用铲子，我们都用手挖，因为很容易挖坏。你就手上拿刷子啊。怎么了？拉丁斯啊！啊！嗯！不！哦！啊！你坐标？刚刚是多少？七？啊、可是要跑10247七多。哦！等等等等等，我啊，没有，因为他前面这个是含水方块，你要把隔壁这个挖掉。那我去找他。好。还给我放历史，他说他把坐标传过来了。好，那我看一下，那先不要接近那边啊。1442 1442 1486等下去。你就看你要不要破坏这地形啊。破坏是什么意思？我是不要靠近那附近的 chunk 就可以冻结时间，对不对？对对对。理论上是这样啦。
理论上啊，但我总觉得有点怪怪的。但对啊，你不觉得他常常冻结时间到那边，东西都还是会不见吗？对啊，怎么办？还是我去？还是我陪你去，把菜头丢在一个。好啊，好啊，菜给菜头碗，等一下，你打出来，我先打菜头。14421680097，好，1442。啊，小菜头，拜拜，拜，拜拜。Sayonara， 阿里亚多。啊，下面陶土怎么办？挖掉？陶土，看你要不要挖。它其实你真的整理起来，其实你不太会需要到破坏陶土方块，它都是很有规律的，就是你去把那些砾石跟土弄掉。你会挖掉就是土跟砾石而已，你不会动到，你几乎不会动到任何方块啦。啊，只是有一些。它是几层级？不一定，这还不知道。它比较麻烦是，可能有些是埋在，可疑方块可能埋在上方，可是上面就是你视野里看不到，可是你把下面的清掉，上面掉下来就会碎掉，懂吗？它可能有个凹槽，那个凹槽刚好埋的是可疑方块，你挖到下面砾石的话就会掉，所以你在挖天花板的时候，你可以优先把天花板挖掉，因为很多会藏在那个天花板的凹槽里。那天龟龟就说他没有挖啊，实际上就是从上面掉下来，1421。哎，全太，他多深知道吗？多深哦，他只是说向下15格啊，才15。嗯，他不会，他就只有一排，他不会一直往下。这很长啦。嗯，严格来说，他前后左右都有通道可以走。搞不好我们捡完装备回来，你还没挖完一半。对啊。嗯，前后左右，你可能刷子爆了，都还没挖完。17，我继续往下挖会有通道的意思吗？嗯，对，它其实你把那个你就挖砾石就好了。对，你把泥土跟砾石挖掉，它其实就会慢慢的，你就想象一下，它原本就这边就是一个空间，然后它因为岁月的累积，把那个东西它的空间填起来了，就是沙子啊土那些被埋起来而已。嗯、对。它这地形做的真的蛮好的。要讲出来，嗯，他一定弄坏了。我听到了，谢谢你下马克。对，完蛋了，完蛋了，搞不好那个就是模板，妈的，我们唯二缺的模板就是那个了。对啊，就是啊，今天没有找满的话，就是那一个啦。绿色玻璃片，没有，那个是绿色玻璃片。那肯定是有快到了，我也快到了。我在1442019 1786，哎，在这附近了。我在水上。我靠，他在录789格是三小。哎，我看到，我看到了。啊，我吸满了，等一下哦。看到了，又爆了是不是？你个笑声，不是人啊！那身上怎么会有花？有意思，不是你好多考马铃薯啦啦。好笑！我要偷他一把刷子，那超多刷子的，冰雪宝。偷他一把刷子，就是先留在这吗？给他自己来拿吗？对啊，可以啊。突突惨，突突。我帮他，我把他的鞘翅带着了。哦，对啊。嗯。不会挖到一半看到那是稻草之类的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他戒符是空的啊？什么稻草？
我说如果挖到一半，我发现它是稻草，我会顺手就把它破坏掉。可以啊，是没差，反正不是模板就没差。对啊，你不要假装说啊，它一定是稻草之类的。那我去跟阿拉说，我们把留在这边给他。你要死了，我溺水。对，欸，盖个柱子跟大家讲好了。我盖一个高一点的柱柱。对对对对对，柱柱我。好，再插一个火，蓝蓝的，这个是工匠盔甲模样。哇，有了，闪电的那个对不对？对，对，有了。你可以拍照做纪念呢。哇，龟龟，我发现了，偷扫贼。哎，哎呦，那个。你要不要拿一些？你剑符盒拿走啊！你剑符盒里面放他装备跟那些吧。OK。哎，我放出来，你，哦，我帮他放里面好了。你说把那个比较东西放，对啊，比较贵重的先给他放里面。嗯，烟火。还是其实他那些东西就不用了，帮他把东西带回去就好了。对啊，就是我把比较麻烦的先。啊，这个是换钻石装那些的都对啊，这样就好了。对啊，这样可以吗？消耗品就算了。对啊，烤马铃薯什么的，有他有聊天室啊。哦，好啊，那这样可以吗？我们帮你把装备那些捡一捡。对啊，哦，不用再飞过来了。牧者盔甲纹样。哦，碎碎哦，新的。新的。你撬丝给他放里面哦。然后啊，那你一开始挖坏那个就是最后一，就是最后一个，就是那个了。对，你说那是绿色玻璃片，不可能。你敲掉吧。好。嗯，拉拉这个就埋在这喽。OK， 他说 OK。然后这个就是你的尸体。好，看一下我们的坐标。33074181。来这里。起飞点。哦，是哦。好诶，往哪飞？那个起飞台。等一下我要拿点烟火出来。哎，欸，我也。你拿。好，拿了。哎呀。哎呀。哪里可以？枯灌木。对啊。好吧。好，33074181是哪里？这里。我们救到你了，拉拉。好诶，欸。你有开始挖到就是会往下坠的方块了吗？就是有些会卡在天花板旁边的，你要注意那个就好了。嗯，就你挖到稍微比较深一点的地方的时候，它会这样。对啊，不是很了，但大概没事吧。没有，就是它天花板其实一个通道。那它左右两格是比天花板还要高，所以你天花板两侧会有历史嘛？你扫可能扫或是打掉很安全，可是你当你扫掉的那个瞬间，天花板旁边的那个历史会往下坠。目前还没有遇到这样的情况。先知道他挖坏了几个？嗯，加马克记一下。嗯，那天好像我们是坏了几个啊？我不小心坏了大概三个，我至少至少有三个，两三个，至少两三个，真的有，对吧？我们就是发现有这个回事，我们就开始在挖天花板。3341嘛，对不对？对啊，跟着河跑，竟然在水上，真是牛逼！你觉得他妈这种位置也会死？是超显眼，他妈的！对啊，我看你是陶土哎，我想三小怎么陶土在水上，把狼剁了就找到了。我们走支线任务都可以解到啊，4133这里了。这里到了，咦，你到了吗？哦，
还没，快了快了，两秒钟，一秒钟，到了。你的那个刷子刷到一半了吧？超过了吧？还没。啊？怎么可能？还不够多，三分之一而已。你在说谎、哦？我刷掉了。好。哎，等位重生带的话，打火机了吧？因为要随时去攻略别人家里。刷子刷刷刷。刷子刷刷刷！小心哦！哎，这里干嘛？也是那一天，拉拉多了个名字叫李星。那李星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一直看不到，他一直看不到鹅猫耳屎。然后龟龟就说：“你去穿防心那个帽的。欸”哎，用不到稿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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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说不用管那些啊？对对对对对对。如果你有时候要把它上面挖掉是吗？但是天花板的部分，如果前面东西挡住的话，就不用了。嗯嗯，刚才坏掉的声音，木惨爆了，不是心碎的声音，不用怕。没有了，可能入口在这里啊。哦，蓝蓝的，这是啥？还有入口，蓝料。对啊，它会有一个类似入口的小空间。像这里你就要很注意了。你看，像我这样这边头上这种空间，对对对对对，你打不开它，你就要把对，都有没有看到？它历史藏在左右两侧，有看到了吗？对，你就要把上面全部清开，对，不然所以这一层逼不得已，就是可能真的要直接开，要破坏要破坏古迹，不然我们心会受伤。抱歉了，不是我们破坏历史文物。对，像这个方面。对啊，你看，像如果这个你刚刚从下面进的话，这就摔烂了。摔烂。妈的，锄头。陶片。哦，花盆，你好棒。蜡烛要留吗？不用啊。蜡烛好做吗？好做啊，阿进家就有了。要用蜂蜡跟线。哦。我不是说阿进身上有哦、喔哎。野生工作台。哦，对啊，他还有高爐。他这边会有他们工作的遗迹。对啊。我们那天都是在上一个地方，这个位玩超久的。这个真的很好玩欸，这里。倩元。啊啊！我心痛了，是你我听到了，就是他了。那一片就是我们缺的那一片，我们就剩最后一片了，就是他了。对、啊，心好痛。那個原本今天可以全攻略的模板全攻略就没了，就是那一片，就差那一片了，就是他。哇哇，还有班牌，对吧、啊？那个东西比一般的还要容易破坏。好啦，再一个赌盘好不好？金会不会再破一次？那一定是会的。白色染料，
我跟你讲，真的没这个这个材质包，心包头痛几次。真的，这材质包巨牛逼，这个方块很可疑。嗯？木者？哎、嗯欸，木者？哎、欸，蔡大刚是什么？他是木者。哦，那这边就木者。他是木者跟什么？工匠。工匠，嗯，哇，哇，那感觉这边只出这两个、欸，哎，感觉还差一个，要再找一个古迹遗址。他就是又是什么两种？不会出全部，这边不会出全部，但我不知道是两种还是三种，也有可能出三种啊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可能是刚刚我们目前没有遇到出三种的情况，对，可能就刚刚那一个啊。没事啦，抱着好出箱，我们又可以再玩喽，可以再找喽。这、啊、你现在知道大概表地表长怎样了就好，欸、小心不要让我心碎哦。Yeah. 你不要再让我心痛了、哦。反正你现在大概知道他是怎样找了。酸神，酸神，对吧、啊？我跟你讲，天花板要记得打、啊。可以敲掉三块陶土，这都是不得已。两块线。哦，吓、嗯、死！没有啊，嗯、隔壁怎么了？嗯嗯，怎么了？又有陶土是不是？玻璃片打掉。什么？唱片？噔噔噔，那种多唱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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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嘣嘣嘣嘣嘣嘣嘣！哦，又一个木者，嗯，太棒了！这样等一下大家都可以有，不用再用打的。怪怪的。叭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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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叭。破三完了啊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看到有人说破三了，嗯，也是破三，有人就是你破了三片的意思。哇哇哇哇哇！这边好六啊！好牛啊！很多是不是？很多是不是？面对面呢、欸？牛吧！啊，给你玩，给你玩，给各位。连破两个啊！猜头，猜头，干嘛？什么？没有吧？他们说四了，他们说四个了，他们看错了。哦，好惨啊！你怎么对得起古人？你这个不爱国的唱片。乖乖来看啊，嗯，来看牛的，他们在拍桌会议，有个被有个要被票出去了，是倒在地上那一个吗？啊，蜡烛，哦，连破四个，你好样的，怎么会？你听错了，啊，乱讲话。没收他的刷子，他就拿铲子开始开搞了。好啊，都不要刷、啊，不给我玩花的、啊，好啊，都不要玩，大家不要玩、啊，都不要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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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妈的，什么古人，什么古迹，全部敲烂。没事啦，他敲爆就是在找时间去找古迹而已啊。对啊，对啊，不然反正这个地方真的好玩啊。嗯，但真的不好找，说实话。对啊。哦，看来刚刚有一个狼刀了一个，现在剩下两个人喽。有奇怪的声音。好，谁？附近有洞窟吗？嗯，有吧。这个刚刚看是水、欸。对啊。这样子。嗯、啊。嗯。嗯、啊。嗯、啊。我的心。
是谁？菜虫啊！一次啊？没有，刚刚是不然你是挖玻璃吗？关我屁事，我根本没有挖到。哦，所以是龟龟哦。自己挖到还敢叫我？啊，其实是我把陶罐敲破了。白痴哦，要就这样啊。对啊，陶罐比较像啊，我已经研究过了。哦。玻璃太脆了。可恶。哦，栅栏。铁栅栏啊。嗯。妈的。红蜡烛。哇，很牛逼耶。羊毛，你这边没了啊？来这啊！今天可以射射吗？啊，我忘记赌了，白痴哦、喔！够，我想赌可以的。今天是适合射射的一天。哦，你看我赌就赢了哦。哦不，谁的五万二没了？黄宏源的五万二，我是鬼鬼一万五。宏源，四天就赚了，四天就赚了六万多。完了，怪了，你下次赌哪跟我说，我们一起分。我这边没了，还需要往下挖吗？往下、啊，你看看啊，反正有第四都有机会啊。对，就是只要你把这一些力，但是如果它超出那个逃鼠的范围，就不会有了。对，就代表它超出这个地形外面了。嗯。养喷种子给我。对不起，换我了。哦。不聊天。就是他了，完蛋了。就是他了，完了。为了回答问题，啊、哦，心都碎了。哒哒哒哒哒哒哒。这边是不是也没了？嗯。不确定，我刚才在那边刷这个而已。还有。噔噔噔噔噔，种子。哎，这里有一个，是啥？斧头、木锄。所以我们这一趟收获多少？下一站那边有几个木者？一个吧，刚刚听到讲一个。一个木者。这里还有，嘿。你相信我们那天泡很久的感觉了吗？嗯，这个真的好玩哦。这边啊，这边玩很久啊。这么深的地方也有、欸。嗯啊。线。偷懒。这种铲子做不了。是啥？石头。冬粉安安，哎呦，怎么了？刚有五六个粒子掉下来，没事。嘿，你先挖头上。哎、欸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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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样挖，这样很危险。哦，对对对对。因为清完了这一区，蔡大现在。这边很危险呀，太高了吧？我就说你不能这样子挖，你先绕到地表再，再不是地表高一点，再水平挖过去。你挖头上很危险。刚刚又啪了，两个了，五个哦，菜头就是那一片。哇，你竟然没有回了你妈，对啊，你妈啦，写考哦。你妈被人操翻，你妈被人操翻，他就这样子回。
对不起，就是这一片，嗯，对吧？看不到啊，我看不到大家有多少。新的赌注开始了，挑战人性的一刻再度来临。什么？是赌什么？什么？毛毛？哦，人性大考验是不是？什么是人性大考验、嗯？就是那一天啊，哦、最少的赢啊！哎、哦哦哦欸，模板，这是什么的模板？这是什么的？干，又是木者，三块了，我身上就三块了。哎、欸，这还有一个。玻璃哦，模板又是什么？哦，四块了。你也做打火机了、哦？受不了了，受不了啊！这边啊，你不扔这边，我这边放好一个。你就贴着丢就好了。那还好长哦。他们把拉拉的那个剑谱丢进去了，紫色陶土造你的，吓死我！啊、嗯，都知道他接什么话了，我干你的，你他妈的，操你妹！哎、欸，来了，对啊，不是这样讲吗？有水啊！你们探，我要当监工了，我要喝个水。没了，好像没了，我这里也清完了，没了吗？多一个模板，哇！结果你找到的那个模板还只有一个哎、欸，那个叫什么？新的那个叫什么？新的这个叫木者啦，木者盔甲模板。我挖到了4个木者，啊，我们还差一个，就差一个了，就怕到时候那一个是重复的，干、啊、这种时候。哎，对，你这个是拉的。感谢笨笨熊猫君1000。哇、哦，拉的功。怎么这么突然？我明天的整天的伙食有收入了。欸还你逃不快、嗯，好，好了，哇，我们少了一天一夜了，对吧、啊？大概就这样啊。我不认识。好喂，只剩一片模板了。我们这次玩的算快了，因为有经验了。我们第一次弄很久。对，那时候刷到哭了。为什么这里这么多碳？哪边进来的？嗯，外面啊，这，飞上去，离开啊，对啊，飞行检定，哎、欸，附近在绕绕看、啊，
不禁要看。对啊。再看一下有没有，对不对？嗯。看你这个真的，真的，真的好笑，自己都笑了。拍照留念一些。真的自己都笑了，怎么会在这种地方找得到？哎，看来他们是被溺死的，这个古人遗迹。亚特兰提斯。我们有需要先回家吗？有吗？有需要吗？还是直接继续找？锻造模板。那你啊，你想先回家？那你啊，你想妈妈的话，可以先回家。那你啊，还是要丢中介箱出来给你先存东西。对啊，你可以先把东西存着，然后放在接符盒里。哦，接符盒。接符盒也不安全啊！接符盒你挂掉了，接符盒也是跟着喷出去啊。但我不会挂掉啊。哦，确实 ，F 3记得开好。嗯，可以做烟火。嗯，快要这一区我之前探过，我看到这狐狸了。拉近的顺便哦，对耶，不是那时候说几号的时候有要抖内吗？嗯，对啊，不是很那晚是本来抖你，阿进是顺便的。哦，你居然记得这件事，我快忘记了。哎，我可是很记仇的。马上往哪里？方正吗？对啊，可以继续啊。那你看到有那个三木林的地方就可以停下来，然后逛一逛，然后就会看到哦，长玉冬菇。我们已经见怪不怪了，都看到那个没动，都在看到那个杜鹃树长到地表上面。应该要设计热气球之类的，可以在空中飘。热气球？对啊。就是速度慢一点。对啊。哇，这个洞好深哦！快，我想进去看。我操！哎，又是苍玉。我操，这里感觉会有远古都市。但我现在目的不是那个，我对远古都市已经没兴趣了，它现在不吸引我了。我觉得有趣的是阴错阳差的 Intel 后来又找到我合作。对啊对啊，我读完电脑的几天后，对啊，所以过两天又要再组一台。对啦对啦，嗯，我往双镇哦。好，我又经过村庄了。双镇也有那个啊，这村庄是之前看的那个村庄吗？好像不是，是吗？我也不确定，算了。纯白橡木林也有哈。嗯。啊，结果我反而有蘑菇就不是了吗？对。嗯。他要纯白了。干，结果我反而。那个呢？你有发现吗？我们两次都不是在正规的地形找到的，妈的！
一次是在海边，一次是在那个，都是刚刚那个直接的水，对，还是其实它就是会在水附近啊，我也不确定呢。那这样子让我有点怀疑，该不会它都是出现在水附近？啊、因为连续两次比较好取水嘛。没事。沙滩上的那个啥，淡南瓜沉船。不，我就连续两次都在水附近呢。难道真的都要在水边找？呀，我又忘记投票。我不得不怀疑了，难道真的都在水边？不知不觉赌盘结束了，又是谁赢啊？嗯，我想要找个地方结算赌盘，是蓝还是粉？白痴，有订阅的人讲没广告、喔，在干嘛、啊？欸、有订阅就不会有广告了。对啊 ，YT 的话是有会员的话还是有广告啊？你看，不止可以测色签，开台无广告，赞吧。我觉得订阅就是来当广告的，不想看广告就订阅。对，原来不想看广告可以订阅。不要再骗我了，南瓜！我去你的！看一下哦，所以哦，不影响。粉粉帮比较少，我不知道是谁最后吗？有人冲出了15000，好贵！两个船有模板哦，粉粉帮船的模板不好拿哦。我找两个，两个都有给我两个。我干嘛飞？会不会有人玩这个还一直输啊？我有点好奇，我们再玩一场。嗯。然后如果连败的话，可以说一声。会怎么样？会有安慰奖吗？没有啊。可以获得大家安慰他，对，大家会安慰你，但我不会，我会笑你。你好鸡掰，妈咪，我有雪人呢、欸。啊，怎么有雪人？不是雪人，那个雪地衣服的人。哦。啊。又晚上了，没事啊，我可以睡啊。南瓜，南瓜，好高的竹林哦！干，我睡吗？好。那他回得来吗？你确定？我现在刚好在帮他处理东西，那我断一下。好了好了，可以进来了。他在研究，他好像遇到了一点困难。
哟，这个延迟。哦，好多了。你知道我现在都思想沿着海岸走吗？你真的觉得你两次真的觉得在靠水是不是？对啊。哎，完了，不可能，不可能断水。然后结果等一下，你第三次找到又在海边，伴随而生啊！没错，你看很多科技文明脱不了水啊，你要有水才能烧菜、洗衣服。没错，所有的文明起源都与河岸有关。对啊，你看那个尼罗河文明、黄河、长江，哎呦喂，淡水河，淡水有吗？嗯，淡水有淡水河啊。我说对不起，没有，没有文明，说不定、欸、好像巴黎那边有，巴黎不是巴黎 Paris。忘记叫什么意思？哦，这历史可以不要骗吗？讨厌！哎，刚刚那个跳的是绿界还是欧福宝？笨笨熊猫，问一下。在那河畔，那咖啡。我要沿着河走了，哈哈。留下春印的追。哦，十三行文化哦，对对对哦，厉害了。零，哎，你好像很少来我这边打字哎，谢谢谢谢，你好厉害哦。对啦，十三行文化，偶尔走，嗯，对啊，我要先回家一趟了。为什么？头有点晕晕的。你就原地断线啊？啊，你晕了？嗯，我今天。我为了找那个，我不然我怕错过，我把画面开拉的比较大一点。哇，晕啦！我想说比较不会错过，谁知道今天这个根本就是一个，我就算拉到最小都不会错过的，它直接凸在河上面。有印象而已，因为台湾的不多。对对对。啊，我怎么又走回这里了？气死了！南瓜，我终于感受到南瓜的讨厌之处。你会一直被南瓜给骗。我那天现在知道为什么我今天跟你说会被南瓜骗的吗？我很少看到这样的南瓜的，居然真的被骗到了。我那天就说啊，我要去挖历史，挖南瓜，假装那个在地表骗。哦，原生的白橡木林，原生的话，它应该真的是会有那种比较高、比较大的那个啦。哇，会不会看我台？嗯，两个杜鹃花虫、嗯。哇，我经过那个嘞，我们中途休息的那个，哎、欸，是什么？小岛绿林宅邸还是被烧掉的？哎、欸，那就是我们那时候找的啊，是我们那时候很远的那一个，对啊，你是那个制图师的那一个，你看看有没有箱子？对啊，我们那时候不是在找脑鬼，你那边应该是正正吧？都是正正的话，那机会就很大。这、啊、不是那个正超远的，我记得那个正超级远的那一个。正正啊啊！你不在，是阿静那一次吧？是阿静那一次，对，正超远的那一次制图师，我们正超级远，跑超。我们先去负超远的地方找到制图师，再跑到正超级远的地方，跑了他妈好几千格。嗯，哇，你很强哎、欸，还在烧哎、欸，对啊，还在烧，因为而且是我烧的、欸，没人靠近他，没人靠近他，他就不会那个，都是放火杀他家，你小心哦、喔。对，因为那时候是在找那个啦，隐藏的房间啊。观众那时候是说直接烧掉会比较好找，那是我说的，发现哦是你啊。那时候想说啊、也好啦，反正那么远应该不会来，没什么好看的。没想到被你撞到了，居然被我绕到了。对，但至少凶手不会回到案发现场。没错，凶手已经逃离案发现场，而且一辈子不会回去了。啊！我把模板放在那个箱子里面喽。
对啊，龙猫军刚是绿界还是欧富堡？问一下，多放几个进去，我放三个在里面，刚要的就可以直接拿，不用打。哎、欸，熊猫君，你是抖哪个平台？绿界还是欧富堡？欧富堡，哎、欸，他说欧富堡，我想不在我这边，他是在我这边讲欧富堡，对、啊，對啊、不能台湾抖给台湾，哦，对啊，之前不行，现在不行，麻烦。我们要找到几点？再找不到的话，我就回家，然后教你盖那个羊毛机。我会盖，你会盖哦、喔？你会盖？你有看教学哦、喔？那它真的很简单，它叫侦测器。很久以前有那个、啊、哦，很久以前就一大排不是吗？那我盖的啊、嗯，我肯定会。没事，你肯定会。那个就算不懂红石的人。也会改瓜哦，对，你们要记得注意翅膀耐久。我飞回来的时候，翅膀耐久掉了蛮低的。哦，你这么一说，哎、欸，看，我要死了。F 3不是我要死，是我的翅膀快爆，翘翅快死了。对，翘翅快死了。没关系，晚上打夜妹可以修，但是要先挖铁针。还好我有讲，你差点翅膀爆掉。欸、我应该再飞个五六次就爆了。对啊，不会，它不会爆，它会烂掉，它不会爆，会烂掉。嗯，你会飞到一半直接坠机？那我现在飞回家嘞。你剩几个啊？耐久度？超级低，还红色看得到一小格。对，不是你稍早不是有去中介玩那个吗？玩一下。对啊，已经补满了、啊，但我这次飞太远了。因为他刚都用飞了再找吧，所以他的耐久会耗更快。你活该。那你现在几个？那所以现在回家咯。我在路上回，回家路上了。好，开赌盘是蔡渣先回家，还是我先回家？现在那个还没赌完。哦，想往这边走。嗯，边5.3万对5.4万，好刺激！赌盘不会平手。因为基本上应该还会是有个位，我看得到详细的个位数，除非真的是连个位数都一样，那就退盘了。时间到，最后是，哦，都是两边都是5.6万呢、欸，那要点进去看啊。两边都是5.6万的话，蓝蓝帮点数56443。粉红帮点数55789，粉粉帮获胜。你要学戈登说，这是有史以来比数最接近的一次啊，花了800左右。每一集都在，这是有史以来比分最接近的一次啊，真的蛮近的。哎、欸、我哎、欸、我哎、欸、我哎、欸、完蛋了！我记得啊，欸、我差点摔死哎、欸。嗯，你几个啦？我真的是飞到一半掉下来的。哎，我还好没死。对啊，你看那个翅膀是不是只是烂掉而已？他没有说不见。我第一次看到烂掉的翅膀、欸。嗯哼哼。那怎么办？走回家。回家。烂的很好笑哎、欸。烂的就很像抹布啊。真的很好笑。都是用剩的卫生纸。还是，哎，想要叫龟龟去接你，带着拉拉的翅膀。嗯，好啦，不然等一下去中介吧，多拿几个翅膀。我慢慢跑回家。好喂、欸，我这边还是橡木，我这边还是摆橡木林，说不定逛着逛着就，我就跟龟龟去找你了。
修一下我的装备。哒啦哒哒哒哒。还是快点，有办法。你穿得上，你要拿来副手、哦。你穿在身上也可以。烂的还能穿吗？可以啊。哦，那你就打吧。嗯。你就苟延残喘的活下去吧。哦，好了。就是优先修到别的东西啊，奇怪。可是你不能拖啊，人家死在那边。嗯？哦，这三只马我眼熟的，三只骷髅马在树上。这里，那不就上次那个吗？我们遇到那一只。对啊。對啊来啦，台湾！怎么连怪都变少的感觉？哎、欸，没道理啊！我在海上不会生怪啊。一讲完，三只苦力怕。家到家啦！预测结果是，打我！哦，打他、啊！他怎么追得上我？你知道不是有铁跟铁锭，打一打你就可以修鞘刺了。你做个铁簪啊，对吧、啊？用叶妹的什么？叶妹的皮膜可以修鞘刺。哦哦。啊，那皮膜唯一的用途就是哦，唯二的用途啦，另外就是还降药水。我发现我今天出货率极高哎、欸，我的刷子耗了24耐久，然后出了4个模板。对，今天模板的出货率是1/6，这么强！哇，你拿死者的刷子哎、欸，献祭，可怜。哎、欸，什么？啊？还以为你找到了。掉下来了，对，还以为你找到了。我的冰上掉下来了，冰上掉下来。北极熊会杀人，对不对？啊，这没有小北极熊才会。
他会有保护小北极熊的行为。沉船。刚有夜魅揍我，现在突然没有了。快！夜魅，怎么只有一只？别跑啊！表示你有好好的睡觉啊。下次要趁着下雨天的时候，赶快用这个波涛来飞，真的会飞超爽的。哎，讲完就下雨。哎、欸欸，我这个嘴巴，哎呀，长打一下。你这个嘴，哇、哦，好爽啊！哇、哦，干这飞超快的，毒土的速度跟不上，毒土的速度跟不上，老菜头喽。找到我吗？阳寿减十秒，没有吧？这个只是嘴巴比较贱而已，这个干阳寿什么事？干这个，我刚飞太快，毒突速度跟不上，我差点撞山呢。我要去修，我要修翘刺。我也是。哎、欸，你要修吗？你帮我修。修翘刺居然要等级。嗯，我用我都直接去铁巨人那边换。北齐尔是被你换光了啊？没有，我想说，反正现在就是也缺绿宝石，我就用换。嗯，我去阿丁家，还是阿丁家你换完了？我换了左边那一排，右边那排没换。啊、夜魅咬我！夜魅咬我！我睡觉，我睡觉。走，吃聊天啊。我是阿靖家这边下面没放铁轨，吸不到经验值。嗯，Card 那是什么？不清楚。伊塔。E card。啊！算命师透露天气都会减少收阳寿。嗯，那我要收钱。刚刚害我少了十秒寿命。一个夜魅皮膜就够的会飞的回家了，对啊，差不多啊，所以三个可以修大好啊。啊啊啊啊啊啊！哦，谢谢哦，一秒一个小起点是不是？我要顶了你！到了，到了！恭喜你回来了。我飞来了，先修小刺去。顶撞！哎、欸，靠腰！咋啦？飞过头！
哎、欸，等下龟龟，拉拉的箱子在哪里？在我家二楼。哦，我的残好像在里面。哎呦，兔兔餐，那兔餐，啊！感谢辉29个月，聊、哦、你吗？哦。怎么突然就你吗？是你吗？有人在乱丢三叉戟啊！我想说，要来打第十把三叉戟了。哎、欸，我有梦到菜渣，你自己打到一把、欸。我有打到啊！哦，你有打到、哦？哎、欸，好像没有。干，你明明就是两把我给你的，没有，我那时候是梦到是什么？你那时候在射他，射的过程中你什么都不讲，你说：“哎、欸，繁星，你看，又掏出了两把三叉戟。”嗯，今天梦到阿弟说今天报的名牌超准，哦，可以去跟星期天要股票的，好诶、欸，叫他随便讲一个四位数数字。然后跟你讲说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哦，就买这两只，涨了。对，这种白痴号码不会有人买的。隔天直接涨烂。哎、欸，羊毛机要盖哪边啊？阿金他们家吗？你来盖羊毛机哦。可是那边没人的话，不会运作、哦。他弄了那么多平地，打雷了。嗯，是白天呢、欸。他弄那平地，他有说那边要盖吗？嗯，没有，我想说有什么预定地之类的吗？嗯，爆了，是打雷吗？听到爆炸声音，打雷啊！这个啊，对啊，这跟避雷针在爆啊。哦，是。还是就这一刚刚那个隔壁拉拉弄的吗？对啊，这两片选一片。我觉得我们这边会比较好啦、嗯。哪里？这里。它其实用的不大啊。这里。对啊。啊不然整个地、啊、它就是摆一排而已啊。哪里？我不知道拉拉那边是干嘛哎、欸。这里，你要盖在这里，这里是我家屋顶。不是上来的路哎、欸。我找不到繁星哦。我在樱花木这啊。这里，对啊，两个地吧，反正也不大啊。啊，你们盖，请你休息，我去陪一下拉拉好了。他现在挂了。对啊，他没麦快玩，他难过。那你还平时用嘴他这样对待他？对啊。才没有。需要大量玻璃。发射器，侦测器，先走啦，拜拜，拜拜，对吧？下次再一起去找那个、领最后一片，最后一片，等你回来我已经找到了，不可能了，拜拜。我讲的没错吧？这是天才。哦，等一下哦，发射器、侦测器、剪刀，对，剪刀还好啦，对，大量玻璃。对。你们把铁换完了，对不对？嗯，他换的。啊？他换的。
是甜椒，且订阅。这是一个月鸡胸肉送了4公斤，哇！恭喜恭喜！有没有吃到想要吐？今天持续吃一个，晚餐只吃蛋白质的意义，对吧、啊？然后吃鲑鱼、吃鸡胸肉，吃到有点想，有点怕、啊。一共有几种颜色的饲养吗？16。六，嗯，哦，你在等这里哦？对啊，就这边比较好啊。那、欸、你地板要先铺那个铺、哦、草地吗？草地，对。一般泥土会自己变草地吧？会啊，会蔓延。我用各8可以吗？嗯，两排可以啊，各8。你要草地，我直接给你了。行，我的那个加成没了。对对，我其实很想在这边盖一个烽火台啊。明明那么近，怎么一下就没了？我也不知道、哦。我想要做两排，就是经过的时候就会有两排羊在迎接你的感觉。嗯，你弄啊，反正那个羊身上不会有毛啊。也是，丑死了。啊。哦，我这么会算哦。哎、欸，那我先去把羊牵过来好。好。侦测器、发射器怎么做呢？鹅卵石。哎、欸，我有39哎、欸。鹅卵石。啊、欸，你好。我有39个，我在拉拉家。哦，那你做，你自己做。红石、鹅卵石、石英。石英。对，嗯，分子。然后就跟拉拉说：“拉拉，你。”小麦都不要先做成那个面包，都先弄成甘草捆。红石、鹅卵石、石英。我繁星跟我上次怀的长不一样。哦，我这个样子已经持续多久啦、啊？3个多月以上了哎、欸。我不知道它红石放哪。你就看那个矿物的，很长得像矿物的东西，就是那个了。有吗？有个像矿物的东西吗？我找到它的红石粉。对对对，就那个。哦。楼上在蹦蹦蹦哎、欸。哪里？蹦蹦蹦蹦，有一点节奏，该不会是？
哇，终于有羊毛了！我其实想把地狱门盖成鸟居的样子了。你呢？啊，这只。有只颜色怪怪的羊，嘿嘿，嫩啦，，Hello， 我还是找不到他的红石啊。地狱那边应该会有吧？地狱怎么会有？地狱门没有红石吗？我昨天 Q 版的哦，那啊，好可爱，我看到你的羊，你在牵羊了。像长得像这个样子的吗？它的红石在哪？真的找不到它的红石，还是被我拿光了、啊？你那你去我的那个最左下角箱子那边。嗯哼。哦。哎、欸、羊，有要睡觉？可以。你也没睡啊？你睡了吗？我躺了、啊，我躺了、啊。哎、欸，骗子！没看到讯息。羊儿们啊，回来啊，羊羊儿啊，看一下，一二三，在这，在这，来来来，要大量的线，线为什么要线？弓箭发射器。哦，你去换啊，你的那个 NPC 可以买弓啊。对啊、哦。完蛋，所以，哎、欸，哎、欸，小技巧就是，如果动物你怎么拿都不理你的话，你只要把小麦啊滚掉，再滚回来，他们就会理你了。JED， 我跟你讲，到时候全部都是 JED 啊，反正剪出来羊是那个颜色而已。通通都是 JED，JEB， 我的 D 什么 ？JEB。一开始认识我的服装哦，没有，4月1号开始比较常用这个啦，之前那个也会用啊，只是看心情。啊，我们在这个画面吧，晚餐。哪里还不会？没有，居然是绿宝石不够换工。哦，你要帮你拿线啊。嗯？那就看你要不要用线啊。不用，没事啊。
点头羊。发射器下面还是发射器上面？发射器要面对草地。你要不要先把羊引进去？还是不用，先养一养好了。不确定，下面是不是要漏斗？对，可是要可以的话是用漏斗矿车啦。那个还好。我们现在首要目的是先，我给你这个，你等一下把羊引一引进去。就先关起来吗？对啊，那我先繁殖咯。关在哪里？这边。你先用玻璃围起来，先围个一格空间给他们，然后等一下，我先引远一点。转圈圈下不来，是北七。没有，他现在想跟着我吃，我身上有好吃的，他想跟着我吃。忘记那个了，又见他。你这太宽了，一格就好，一格空间就好了。可怜的鸭。对，一格空间就 OK。你哪那么多玻璃？跟那个换的。哦，你很聪明哎。不，你那个要对准他脚下的方块，你屈服的按住，然后面对着他就好了。不，你要先挖掉那一格，你要挖掉侦测器下面，对，然后推一点，朝前，然后放，对，这样子，然后上面放那个发射器。可怜的羊要被剥削了，看不到羊的正面呢、欸。嗯，这样看不到羊的正面呢、欸。所以那你就反过来放啊，要放后面。对，没事，喜欢看你自己用。可怜的羊，以后都看不到他们穿衣服了。欸欸，怎么有一只落网的？你给我过来，这边有小麦车，过来。我可以，你们看这些很像猴子，可爱死了。完了，怎么了？要怎么放才能面对他？反过来放。我要去对面放。对，但他挡住了。你可以先把玻璃打掉啦，反正你等一下把它牵进去就好了。对，我跟你讲，这个设施最麻烦的就只有引羊进去而已，其他都很简单。然后等一下就看你是想按照红橙黄绿排下去，还是随机。反正等一下染色就好了，通通都染色就好了。把它引过来好了，不然你等一下先把红色的引过去好了，我们按照颜色分。我那时候分到有点发疯，是因为咖啡色羊这个东西。它是介于红色跟橘色中间。反正咖啡色这个颜色就是深一点的橘色。也不知道该放彩虹的哪里。对啊。就觉得麦块的羊看很开，麦块的东西都看很开哦、喔。是后面东像狐狸那种东西。欸，狐狸也看很开啊。好了，
啊，你把一只，你就开始用玻璃纤维起来，玻璃纤维，玻璃纤维，嗯，先补高，就是反正屋顶留一个洞给他们下去就好了，然后那个洞也顺便让我们蓝色。然后呢？嗯，都一样啊。然后就是开始把羊丢进去嘛。哎，你要够吗？又要该养了，可以养了还不行。你先把小羊拖，哎、欸，你先把红色那只拖到第一格吧。反正我先成红色的。对啊。啊？这只啊？这个。对啊。我来北七。还没放漏斗哎、欸。没关系，漏斗那个还好。如果你要现在放漏斗的话，可能会更久，因为你漏斗下面其实要放那个漏斗矿车。为什么？啊，因为漏斗矿车它可以吸一格高以上的东西。哎、欸，等一下再拉哦，我养一下。我们养一下，嗯，繁殖一下啊，不然这边不够16只。你先拖小羊过去吧。小羊在哪？这里。嗯。染完色繁殖出来的就会是那个颜色，对啊，很不科学。只敢卖块，卖块一直想提科学，啊又做一些很不科学的东西。反正最后留两只在这边繁殖就好了啦。嗯，对啊。咩？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喂，进去北七，他们会想找大羊，哇！还有更北七的就是，你小心他们等一下弄一弄踩在玻璃上面，然后跳进大羊的圈子里。所以才会说从上面会，嗯嗯嗯。我以前是上面放压力板，啊不把地板门呐、啊，引进去之后把门关起来。哦，太夸张了这个。哎、欸，不行哎、欸，一瞬间根本来不及。我跟你讲，不然你就是你只放钥匙的瞬间，他就会冲出来了。不然就是我跟他一起被关。对啊，然后你飞出来啊。嗯，那就把他吊在空中，然后就精华而已啊。怎么变大？有啊，还有小的啊。不然你先养，反正后面会留两只起来当种。然后这一段肯定要拉个30分钟啊！你一支两分钟来计算的话，大家没玻璃了，
哎，最后，最后十六种羊都是变色羊，应该很好看。你都会换色的那种？对啊，你会想要吗？十六种还是就算了？就他们这样抓出来羊毛不是都是紫的？就是固定颜色啊，就是它只是变色而已，但是它的毛还是原本的颜色。哦，怎么了？没有哦，你要那一只哦，还不能喂。啊，越来越熟练了哎，最角落。哦哇。到了，嗯，我那时候盖这个是盖到真的是血压飙高，而且我还盖了总共我那时候跟朋友玩的伺服器一次，然后夏日伺服器一次，单人伺服器又一次，我盖到脑溢血。就是应该给你养双层养，双层养吗？你说上下两层哦？是不是四只比较好生？四只？对啊，我四只大、哦。你说留四只哦？繁殖比较快。哦，是啊，是没错啊，没关系啊，在这个时间应该也够养了。那你现在去，那不然就留这只啊，留给我啊。你去那个樱花木箱子拿个栅栏给我，你就放在这边，把它们拴起来。嗯，你那个给我啊，看着我看着他们。哦，好啊。哎、欸，可以养了、喔。嗯，好啊，来，然后一、二，哎、欸，你那只小的给我、啊。没有，好好好。OK， 好吧，陪你搞。再来，你要集装的地方，我们要往下挖，就地下。地底啊，看你要哪边进去。不然先这边好了。嗯，先挖这个。你说左右这两排就可以拿羊毛？对啊。或看你是不是，或看你要就是一个箱子一个颜色也可以。感觉一个箱子一个颜色的。对啊。那这样就更要比较久一点，看一下，好到这里而已。然后，你要挖二乘三哦，三格宽，两格高。哎、欸，其实也可以接通啊，懂了。这样子，其实这效率好到一天大概箱子就满了，对啊，因为他们只要拼命吃草，就拼命捡。那时候夏天运动会，夏日运动会那时候。我下面足足开了五个箱子哎、欸，有没有很怀念？是不是该做冬季啊？
你不是说可能会有？可能，可能，可能。好，会不会有点矮？要高一点。会吗？你觉得会太压抑吗？嗯，还好。好，那再来的话，嗯，我跟你讲怎么盖哦，要。待会需要漏斗矿车跟铁棍，你先去做16个漏斗矿车过来，不然你带铁过来，对，你带铁在身上就够了。16个漏斗矿车，对，就是16个铁盔，16个漏斗，对，又要箱子，16个铁盔，16个漏斗，嗯。16个铁轨，16个漏斗矿车。矿车先不要做啊，矿车不能堆叠，还要就漏斗矿车、铁轨、漏斗，不，铁轨、漏斗跟矿车。铁轨、漏斗跟矿车。嗯，铁轨你做一次就是16个了，那这样就够了，因为等一下你要放铁轨才能放漏斗矿车。铁轨有了，嗯，漏斗有了，矿车有了，铁轨还没，啊不，漏斗还没。好的，等一下哦。16个，哦。漏斗怎么做？嗯，箱子啊，要箱子。对，箱子跟铁。对，一个大 V， 大写的 V。好了，哎，你先把这只引进去，嗯，你先把这只小羊引进去，我的双神在你身上了，漏斗给你，铁轨给你，啊，你弄啊，我教你弄，等一下哦，你先把那只小羊，对，先引进去，这次我可以帮你了。你去哪？哦，好，把我们关起来，不要出来。好，来。那首先，这个是侦测器，对不对？哎、欸，侦测器会感应到前面这个被吃掉。对，所以我们要每隔这样子包起来，看一下、喔，
这样子。哎、欸，你借过一下，先这样子，然后每隔这样子放。这样原因是因为我们等一下放那个放啊，好好，这样跟你讲一下好了。箱子来，你看哦，这样子我放箱子，你看一下这个。你等一下，你等一下就把漏斗接在箱子的一侧。嗯哼，对，看，对你先，你就是蹲着，然后先接好漏斗。等一下漏斗上面要放铁轨，你说这位置接在哪一侧？这边啊，往从就是侦测器前面的，你反正你往前戳，就是这一格啊，不是这个，你反正你先戳箱子，对，对，小，啊。哎，反正，干嘛？按错了。怎么会少？嗯，少正常。你这个漏斗要做很多。怎么会少？不是16个吗？16个啊。怎么会少？2、4、6。八，啊 ？Why？ 为什么会少？Why？ 怎么可能？没事啦，再去做吧。因为你这只是漏斗，你等下还要用漏斗框车，嗯，啊、对、啊，还是要再做啊，嗯，有点闷，闷，那个空间很太窄了，对不对？等下我可以往下挖、嗯，往下挖就高一点了，嗯哼，小芽儿还没长大，小芽儿，还要再做16个漏斗，对啊，你刚刚不是少一个吗？17个，一个，对，那我挖高一点好了。哦，啊，我想要把在一个烽火台放这边，是因为木头一直吃不到 buff。木头是你说砍木头？砍木头啊，对啊，挖掘加速吃不到，超扯。嗯，小芽儿长大了吗？还没。16个了。好。然后呢？然后你都接好了吗？16个漏斗了。好，那你铁轨也放了吗？你做了吗？做了。好，那你下来这边。为什么我要这样补泥土？是因为你放一个漏斗上去，不放一个铁轨上去。你从左往右啊，这样子，如果你下来拿东西的话，你碰到它，对。因为这样子铁轨会被引到，所以你看啊、喔，如果我们现在拿东西的话，你动到这个漏斗框子就会往下掉下来了。虽然很多人做法是你放一个动那个漏斗框车上去，没有，我没有漏斗框车，我丢漏斗。你没坐框车哦、喔？哦、喔，好，没关系，麻烦你等我。反正意思就是，怕框车掉下来，所以就是可以放个东西挡着。因为我以前是照着人家的方式盖啊，就盖着盖着，就掉下去。16个吗？我们是不是有多做啊？多做是好事啊。6、8、10、12、14、16。哎、欸，
为什么每次都算16个，为什么总是会少？2、4、6、8、10、12、14、16啊，被吸进箱子里了。哦，刚拆掉的吸进箱子里。对呢，对呢，对呢，找一下，好像这个吧。对对对对，找到了。哦，原来你没拿、啊。这边，找一下哦。哦，在这里。越做越好。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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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放好了放好了。漏斗吗？应该有一个漏斗在某一个箱子里了。可能啦。没有就算了。没有。好，好，那再来就是、上面放对矿车。漏斗矿车怎么做？先做漏，先做矿车。我上有个漏斗。嗯？你可以少做一个漏斗了。没关系，没、哦、没差、啊，这个漏斗后面还是要用得到啊。如果你这个矿车不能叠哈。对啊，矿车不能叠。矿车加漏斗就变漏斗矿车，对，上下放嘿。漏斗矿车也不能叠。嗯，对。你怎么眼睛那么利？怎样长这么慢啊？还是去阿靖家偷羊过来？都行。好。啊，这边没有办法直接出去，有点烦躁。现在漏斗跟那个矿车不用上下了，不用上下什么意思？只要摆在同一个制作页里面就可以了。哦，对啊。我来，回来啦、嗯，没有啊，他们有一只羊，他们的羊奥拉，怪怪怪怪怪，哎、欸，为什么要多一台？哎、欸，我跟你讲原因好了，奇怪啊，可能是刚刚有一只，刚刚 有一个漏斗是发现在我身上，我 Q 给你了。你 Q 给我了，靠腰啊！我怎么知道我会吸到啊？看，今天的数学很奇，不是今天数学的问题，是会被吸走。所以我做那些设施，我其实不会刚好做整数啊。奇怪的事实。
我每次盖设施，我一定都多做，绝对不会盖拿刚刚好，拿刚刚好盖完一定会出事。那时候夏日运动会的铁那个火药塔也是，我想说太顺利了吧，材料刚刚好，一定有问题，一定有问题啊！果不其然，我下面的那个苦力怕大的歪七扭八。好了，所以好了吗？现在呢？下面的大概就这样子了。下面都弄好了，所以放剪刀就好。但是你放之前，看要不要先把颜色都染好再放。也是。对啊，欸，我拖了五只羊过来，我等一下回去。羊仔。我等一下回去把羊繁殖回来啊。不过我先养，再拖哦。嗯。哇，这什么鬼地方？来了，天阳大使，我来了。不好意思，地上垃圾是什么回事？顺手丢的。哇！我一下哦，先把他们拉好。你对一只点右键，你操你妈！你顺便给我还他哟！哦，都在我这上哎。放我先。那是白羊在这里。嗯，我刚刚去拖的啊，一只而已吗？哦。哎，算神呢？好喂，越狱了，分神不见了，给你，啊被吸下去了啦，哦又来了，今天的数学不是数学的问题，是漏斗的问题，那表示成功啦，至少你东西吸得下去啊，嗯，老师生气了，不是哦，这老师把我的课本拿走了哦。嗨，小鱼，又吸下去了。没关系啊，我这边还有六个。来来来，给你。没事，不用急了，管你哦，都在你身上了。在你身上了。好妖啊！是酸神细柱他们才不会乱动是吗？嗯，比较不会啦，我不敢保证。拜托，这个学生稍早还威吓我家人呢、欸。怎么了？哎、欸，怎么是咖啡色的羊？你看那边，跑出来那是猴子。哦，猴子。哦，瞬间长大。哎、欸，没理由啊，这只刚出生哎、欸。嗯。刚出生吗？对啊，没道理啊。哦，基因突变的羊。那我这样子，来啦，进去，成功，应该都好了吧？都好了吧？确定，16只，反正16只就好了。嗯，我等一下再来蓝色。嗯，你算啊，数学。16啊。好好好，那。设备都对，设备也地点对了。好好好好，那羊给你杀吧。给我杀？对啊。我怎么狠心做下？你怎么不狠心？你都敢打我了。等一下，不是，
你打，我去下面回收。没有，我不忍心。屁呀、啊！啊，我对羊你不敢打哦，那你把他牵回家咯。没有，他们不见了，我们赶走了。你看，我还记得你不打羊的原因。这里 ，OK。好，再来蓝色时间。蓝色时间。啊，要烧仙人掌哎！等一下哦，烧一下仙人掌绿。我烧仙人掌。有仙人掌绿这个东西。哦。对，它有分浅绿色跟仙人掌绿。嗯哼。你要蓝吗？嗯，我可以跟你讲缺什么颜色啊？哎，绿色先给你。黄，开始听了哦。嗯，还是全部都做啊？反正都这样子、嗯，全部都做一次好了。可以啊，好啊，要黄色染料，黄色染料，对，然后青金石你可以多拿一点，然后骨粉也可以多拿一点。墨囊要就一个，不是一个就、哦，要混色，对，要蓝，要调色。骨粉，你还行吗？十二点半了、欸，我明天不用上班啊，上课。哦，对耶。这里明明看起来那么像摆杂物的地方，却找不到骨头。嗯，那个、啊、拉拉那边有个骨粉箱、嗯。然后呢？还有什么？我刚讲什么？墨囊看有没有？嗯，因为有分黑色、灰色跟浅灰色。荧光墨囊。不。好像没有哎、欸，那你去水下随便打。哎呀，干死他们！对啊，哎、欸，怎么这里就刚好一只，然后拿到四个了。哎、欸，好，咖啡色染料，可可豆，可可豆在优奈家有，优奈家门口有。哦，对，是不是还有绿色啊？等下绿色可能要再做一个。门口有可可豆吗？嗯，没了吗？我不确定，我记得有啊。哪个是大家？粉红色的，就是那座土。萝卜桥过去的第一个就是他家，家门前可可豆没看到。哎、欸，好，我等一下去找。好，你那你先过来。虽然有咖啡色羊啊，可是它位置不对，让我很烦。拜拜。来，你上去，走上去。这个是黄色，不，橘色，再黄色。我没有黄色的。啊，你没有黄色花吗？没黄色的。等一下哦，那我去拿。
花吗？没有，这边向日葵就有了。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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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，八几朵，一朵就好了。它一个等于是两个燃料。哎、欸，那好像是线可以省的、啊，对对对，然后关掉门，门关起来，不然掉下去。啊，那这个不用蓝，那就维持这个吧。红橙，为什么绿啊？绿，那你把你身上的那个绿色，有看到绿色吗？对对对对对，那你把绿色再加，应该是加青金石的蓝。这个是浅绿啦，青色。对对对，你青金石放身上可以变成蓝色染料。青色看起来是这只的颜色。青色。哎、欸，对耶，所以这个是什么加什么？青金石加魔绿吗？加绿，对。啊，好，那这个等一下暂留。那蓝色，你这个放蓝色青，就是你身上多的染料不要放了，你就放那个青金石的蓝色染料。普通的蓝。对，普通蓝，它本来就是蓝了。哦，本来就是了。那你蓝色加骨粉的白，浅蓝吗？对。有地板门没盖好，哪一个？浅蓝色蓝哪一个？这个。不是，应该是这个吗？对，也可以啊，你放、啊。哦，这个蓝这么亮哦。哇，没事啊，可以啦，可以啦，可以啦，没事没事。那你换到这边，所以这是浅蓝，对，浅蓝、青蓝，然后深蓝吗？应该没深蓝呐、啊。那我换这边。可是这里有两只这个、欸、青蓝诶、欸。对，这个等一下，我要等那个绿色还有一个。对啊，绿色应该有浅绿吧。哦，没有绿色了。啊、我看他长大了，还没有仙人掌。好，对面。然后呢？好，我来了，我来了。真的有一个地板门盖错了。哦，真的哦。这怎么盖？哎、欸，不是。哦，那要被吸进去了。哎、欸，我在旁边吸。哎、欸，这样子，然后。你打掉啊！对对对对，你打掉那个地板人。好了，你看这个要不要放黑色啦？好啊，蓝色就蓝色、青色和浅蓝。好，那这个就是看你要不要浅灰、深灰、深灰色，对，深灰色。灯会怎么做？墨囊的黑加孤粉的白，那就是灰色哎、欸。没有，那你就放。他、啊、等一下还会要放一个浅灰色，就是两个孤粉的白，再加一个墨囊的黑。哦，蓝色就蓝色。对，所以这个蓝色。浅蓝，那这个是什么颜色？这该是什么颜色？亮，亮。哎、欸，你这个是什么？浅灰。你再放骨粉，两个骨粉跟一个黑色染料，两个白加一个黑，你没了吗？嗯。好，去找。绿加白有一个浅绿，然后。对啊，我是记得是有一个绿加白啊，哎、欸，浅绿放了啦，绿放了吗？这不是绿吗？哎、欸，不是吗？哦，来来来，那来骨粉给你。我们现在等那个啦，等我那颗仙人掌长大。
蓝色加绿色就可以了、喔。哎、欸，对耶，可是没有，因为以前不行啊。蓝加绿就是青啊。对啊，但是以前没办法合啊，所以我的观念比较死。那你蓝加绿看看啊，黄加绿看看啊。黄加绿没有绿啊。哦，熊猫给你哦、喔。这个说两白一黑，对对对，灰色吗？灰色，哎、欸，对吧、啊？有个浅灰跟灰色啊。浅灰已经放了，那你灰色还没放、啊？放了啊？灰色 啊，这个是浅 灰白啊、嗯？我材质包的问题吗？等我一下哦。哪个材质包在搞？然后都先关掉，哈哈，瞎了，白痴，变色弱，哎、欸、有哎、欸，干差好多，好白色不用动，白色不用动，嗯，再就是紫色、洋红色那些东西了，粉红色、白色加，看要不要白色，白色加红色，你有没有红吗？没有红，好，去我去拿小花花，哎、欸，对啊，你拿那个。拿樱花的花就好了，然后玫瑰虫去扫一下。哎，我想说，怎么你看到的跟我看到的不太一样？他们似乎还没发现。粉然后桃红吗？蓝加绿，对不起啦，我说蓝加黄哈，粉再来是什么？粉再来是洋红色，洋红色要用紫色染料，紫色用红加红加蓝。哎、欸，还有一个叫洋红色的，洋红色，对，有个东西叫做洋红色染料，有弄出来了，你弄出来了，嗯，还剩两个，咖啡跟最后一个。咖啡哦，咖啡跟最后一个是什么？紫色、洋红，紫色加粉色等于洋红色。好，我看一下哦，洋红出来了，红色、紫色、洋红。哎、欸，咖啡色就不用动了吧？就这个了、哦。对啊，那还剩哪一个？我看一下哦，蓝色有了，嗯，粉色啊，蓝色，蓝色系的吗？我去看一下好了，哎，忘记了，白痴哦、喔。各位求救，还缺哪一个？白色有了，白色放了。我来挖一个仙人掌了。好，仙人掌怎么变仙人掌绿？烧它，烧，烧它。浅绿色，浅绿色是在这个位置啊，浅绿色要在这个位置。这个，灰色、浅灰、青色、紫色、蓝色、棕色、绿色、黑色、阳色、红色。好烦哦！哎，不对。啊，你白色哦，没事没事，找到了啦，白色啦，最后一个是白色啦，白色有啊，没有啊，你白色变成粉色啦、啊，哦，白色变粉红色了，怎么会这样？是你粉色改这个，哦，虽然颜色有点不对啊，对呀、啊，哎、欸，哦，好，那你粉色改这个好了，这个粉色，然后白色改这个。咖啡色看哦、喔，啊，我等一下去找出咖啡色可可豆嘞，找一下可可豆，浅绿色有了，好了，奇怪啊，优奈德，好，等一下哦、喔，弄完了，啊嗯，等一下我不信可可豆呢，优奈你的可可豆放哪？优奈。
还是我现在马上冲过去拿可可豆？为什么要咖啡色？没有，那个咖啡色位置让我看起来很不爽。咖啡色位置？对啊，它穿插在粉红色跟紫色中间。完了，我的画面是原版的麦块，好不习惯啊。剪刀，对吧、啊？你要做很，你就带着两四组铁好了，你就全部塞满。啊，剪刀塞满了。对吧、啊？六九个都塞满剪刀，反正发射出去它不会收回啊。那个叫投掷器，投掷器是扔出去，啊，发射器是使用道具，有分啊？还是你做的是投掷器？应该不是吧？啊是啊，那就好啦。你剪刀要做越多越好，不要越多越多。对啊，剪刀理论上要塞满啊，因为它有那个。嗯，因为你那个吃的越快，它炒吃的越快，剪刀就会用的越快。那有问题啊？对啊，我那时候还异想天开，想要用那个加耐久的那个剪刀上去。根本没屁用。嗯，刚刚是有个，对对对，我们这边叫台湾，超小的蘑菇岛。嗯，往这边飞。这个，我们的台湾。鬼岛说什么鬼岛？上面没有鬼，上面不会有东西。哈，是金门。哇，他说样子很像啊。好了，回来了。嗯。来，你这是什么颜色？紫色还是洋红？等我吗？对啊，等一下，我快放完了。好，哎，那个棕色染料给你。那个是洋红色，好，好了，然后呢？你把最外面那只洋红色的染成咖啡色，然后咖啡色染成洋红色。哦，对。啊，剩下下面可能压迫感这个我再处理就好。洋红。啊、对呢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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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去救羊，谢谢提醒。羊红是什么叫什么？是什么？我想想哦，紫色加粉红色，紫色加粉红色，对的。华丽的。好了，办公告成。喂，菜渣又学会新的东西了。
找到可可豆了，白痴哦，这个位置哦，哦，气死！啊啊！气死死哎、欸！应该不会那么常用羊毛、啊。嗯，是不会啊，除非盖一些大型建筑。对啊，很久没盖大建筑了。确实。耶，二点多了。嗯，突然想打喽。去吧，去吧。很棒，就完成了一个东西。禁制有很麻烦吗？嗯，喂喂，禁制有会很麻烦？为什么啊？怎么了？靠腰？怎么了？等一下侦测啊，是不是要放红石？失败了吗？没有没有没有，因为他们吃草却没有捡。哎、欸，怎么讲？等一下，我忘记了，我去看一下。哈哈，笑死。我想当老师啊，空虚空实验室，我俩耳鸣。对啊，要红石啦！啊，笑死！什么东西要红石？就是他们那个发射器后面要再放个红石。发射器的后面要放红石。对对对对对，啊，你有把红石还我哦？应该没有丢掉哦。你应该是没有丢掉齁，那个是我辛辛苦苦挖来的红石哦，八成是消失了。红石有办法做哦，啊，我的红石啊！你的红石呢？你的红石怎么搞丢了？对啊，怎么不见了？我有23个红石砖送你。那你先拿去补那个啊，你就在发射器后面放一个红石粉就好了。粉还是砖？粉。什么叫一个粉？你就放粉啊，你现在是砖，砖先把它拆成粉。你说一格？对啊。懂了。对，这样就好了。看起来像血迹很丑的东西。我说，哎，有了有了有了，正常了正常了。两声音了，成功了。还没。你走到底最左前方，最左边最后一排。哦，已经有了，有啦。哎，怎么了？哦，你把那个我改成中间了，不然只能走两边出来，有点烦。有看到了。对啊，红石砖，感谢你，红石砖直接给你哦。对啊，好啊，喂我，好喂，喂，啊，白痴啊，有红石哎，对不起，啊。还有剩一些，就是骗我，骗一下，难得骗你。再想，不掉。直播记录档什么时候会有？因为没有那么大目标的东西，就不会特地
哇！你要看什么时候的？放火把比较好看。没有，你说红石火把哦？红石火把它就是涌动在那边，它就不会剪了啊。亚拉在玩 GTA 4，哇，他还没在唱歌。哎，来去尿尿。还是其实真的要放红石火吧？不知道哎。如果刚尿尿讲到可以放音阶盒，我去放。哦，有，又又是那个声音。哎，不是你自己放啊？哎，我放的对不对？放音阶盒就好了，音阶盒就不会丑了。对嘛？你看正常过来就是要看这个啊，哎 ，AB 羊也看不到了啦，一吃草马上被剪，也看不到了，对吧？那、啊、你刚说什么？没有啊，刚刚不是说要全部命名成 ZEB 吗？蓝变色羊啊，对啊，我想想这边根本不会。他们根本不会有毛。对。哦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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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，赞呐，赞呐。哎，我好聪明哦。那就不丑了。有没有灯？灯灯。长途转喽。那个麻烦的组合。门煞新介绍影片有我吗？有吗？公布考试，哦，快传看有没有我？没听错，哎、哦、有哎、欸。就这样，好短啊！骂我那天仿了20分钟，只有两句话，没了。
增加的，不是吧？是吗？阿莫拉斯利腿多。这一定是开玩笑。我只有两句话哎，递给你们看。42秒，糟糕，要掉经验了。很好，先再来换那个这个是哦，放弃上。怎么尿尿跟洗澡功能一样？不是哦，厕所是最容易发挥想象力的地方哦。哎，不应该啊！啊！不行，是不是？怎么会噔噔噔？打兵线呢？还是要进塔啊？好诶，没有用，笑死！什么？没有啊，我刚想放音接合，没有用。你说在后面放音接合，看他能不能倒过去吗？对啊。好好好好好，地位。对，不行，不行。
补了一只啊。对啊，门杀一天一生只能靠两次。侦测器给后方换坏充能，所应接合有的声音。对对对对对对对，所以那时候哎，应该是要充侦测器给音结合那个，这还是不行哎。啊，我其实差不多了。想去玩那个射恐龙游戏，我那打恐龙游戏真的要通话比较好配合啦。今天私下自己玩了一场，哎，像跟斗阵一样推车地图，一群人往前冲，就只有一个人在推车，速度超级慢，快气死了。感觉那款游戏很多会玩斗阵人都知道啊，看到左边就是。推车进度，然后还有人继续往前冲的，不是狂拼灯叫我们回来，哇，气死欸！哎，好啦，今天他们说啥？拿到了他的声音，木者，哎，不怕不怕。好啦，那先关台啊！啊，谢谢谢谢，今天谢什么、啊？熊熊忘记有什么可以写的啊？啊，这白痴东西！我们有谁可以揪啊？看一下，我还在玩太阳港哦。什么师傅？什么师傅？乱讲乱讲话、啊，不懂，我不懂的东西很多。哎，小鱼拜拜。哎，小鱼，哎，一笑拜拜，全烈拜拜，林拜拜，叔叔拜拜，明阳拜拜，暖风呼噜噜拜拜，白熊咬饼干拜拜，雪莉拜拜，修猪戏拜拜，丽恩拜拜，犬太拜拜，雪玲拜拜，小小子拜拜，徐爷拜拜。哎，但您教我真的是宝贵的，是不是？没有啊，很多都是很多都很久了，而且蛮基本的，觉得还好。哎，先拜拜。哎，等一下，啊、是不是还带过诺英啊？我们去诺英台吧。哈、啊，啊，太抬举了，太抬举了，来去诺英台吧。各位，拜拜。